那个毛呢面料下面领口是颇有紧扣感的，所以袖口处也给你们敢大大方方的做到一个马蹄式的一粒扣的一个手袖的，保证呢你们在穿的情况下呢手袖是会有一个笔直的感觉的空间感。如果你们不喜欢这样子的手袖，你们可以卷边去穿，卷边去穿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时装感比较强烈的复古小方袖哈。我们的衣服呢给你们做到的尺码呢，上衣是做到两个尺码 SM 两个尺码的， S 码的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15， M 码的115穿到135，裤子呢我们做到的是国标五个尺码哈。来看一下裤子，裤子呢标准的是毛巾必备的五分裤哈， S 码85斤穿到100斤， M 码100斤穿到110， M 码110穿到120， XL 120穿130， XL 130穿到140。我身上这双鞋子有吗？我身上这双鞋子是有的哈，但是宝贝们，这个鞋子明天才会给你们上，你们可以去联系一下客服哈。嗯，联系客服有什么用？好像没有用，明天哈，明天我们去给你们落实一下。香榭美牙来了，胖胖，好久不见了，我们香榭美牙这个套装抓紧时间看过来了啊，亲爱的姐妹，这个套装的话，我觉得它是不挑身材的哈，不管你是高矮胖瘦的宝贝，都能轻松驾驭了的一款我们的套装的，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这款是改做了一个我们的羊毛的哈，再来改去说一下哈，毛呢的哈，一个羊毛呢的，对的，裤子腰围。裤子腰围卡在哪里？宝贝，裤子高腰的哈，咱们家衣服的话都是给它做的这种中高腰的哈，宝贝。是中高腰的，半高腰的哈，而且是没有弹性，但是宽松度跟它的一个舒适程度，你们买回去之后收到就知道了哈。40号试一下是吧？好的，稍微等，我上次给它试到的哈，宝贝，你们耐心的等。美牙，你稍等，我接下来试一下62号。先给之前排63号链接，63号链接试完以后再来给它就过一下62号链接。来，宝贝，看一下。哎呀，我说半天充不进去，我电都没插上去。没有加关注的宝贝，抓紧时间来给我们加不关注啊！喜欢哪一款的话，都可以在评论里面给我们打勾一下编号哈。到肚脐线的位置吗？到的哈，现在姐姐啊，到的。好的，52号我有看到了，21号和23号可以的哈，宝贝，稍微一等哈。这套套装的话，我们直播间里的话，颜色多多少少会不过就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色差的哈，宝贝，以15的为准。它这个颜色的话是19号，19号的话，小姐姐只剩了一件，只剩了 S 码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穿。19号链接只剩 S 码了，你喜欢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去入手就可以了哈，宝贝。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给你穿一下看一看，我们的小妮子能穿的话我们就来给你去试穿，不能穿的话我们暂时不给它去试穿一下哈，宝贝。那个对的，瑞士17096斤穿的都是 S 码的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套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裤子或说会不会扎人，因为什么呢？它整个里边的话全部都是给它去加了内衬的哈，中裤的设计。这今年这一季的话，特别是从我们的夏天开始的话，就是比较流行的裤型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中裤。175体重125斤能穿上吗？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宝贝，62号你穿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以15为准哈，宝贝，你选择咱们的最大码就可以了，上衣选择我们的 L 码，裤子选择我们的 XXL 哈，宝贝， XL 码就可以，不用 XXL， 因为你个子比较高嘛，175的个子呢。这件衣服140斤穿有可以吗？完全没有问题，宝贝。为什么跟你说完全没有问题？我的体重的话大概已经在我们的160多斤了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宽松度。好，你又开始，你不说170吧？说小一点嘛，看一下我套上的话这种宽松度，所以说呢你就不用担心你不能穿哈，宝贝。对，所以说这个的话140斤穿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毛呢的，它是这一款的话是改去做了一款我们的毛呢的，它是一个小的千鸟格的一个花型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啊，它这种小的千鸟格花型，颜色的话接近于我们的一个橄榄绿的一个颜色，所以说你们喜欢的宝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165117斤的话，上衣的话你选择，我们建议你选择 M 码的哈，宝贝啊，因为这个版型的话就是做的这种男友风的这种版型，有色差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哈，宝贝，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每个手机输出的颜色它也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以15的颜色为准啊。所以说这一款你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你要穿多大呀？你选择 M 加 XXL 的裤子， M 加 XXL 的裤子哈，宝贝，不会起球的这一款。165 117斤的话，上衣选择我们的 M 码，裤子的话建议你选择我们的L 码，对的，裤子选择 L 码的哈，宝贝，165
五一百一十七斤，喜欢的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162/105斤的话，选择 S+M， 我们的康小红 S+M。164/100斤选择一身 S 码，一身 S 码就可以了。这一款是不会起球的。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入手，就能穿出来这种又飒气又帅气的男友风的那种版型。对，先加关注哈，宝贝，加关注左上角亲密度的地方，先去领一下优惠券，再来入手。给我试一下60号链接吗？可以的，你要稍微等一下的，来看一下63号。嗯，1米6/100斤的宝宝身材很好啊。来看一下宝宝63号链接 ，OK。来宝，我们看一下哈，你140斤能穿多大？上衣选择M， 选择最大码就可以了。XXL 哈，嗯，上衣选择 M， 裤子选择 XXL。来看一下哈，我身上现在给你们穿到是我们家63号链接的这件衣服呢，你们买下来之后，在5天左右就可以给你们进行一个发货了哈。整个衣服的一个面料升级版的一个人棉的一个面料，不会起球，不容易起褶皱，不会缩水，不会变形。衣服的颜色我要给你们的，它就是一个清爽减龄的一个显白的冰水蓝色哈。整个衣服呢，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的清爽，而且呢是脱俗的。衣服的一个长度还是延续到我们的一个齐臀的一个位置，把我们的腰腹部的一些不完美的线条全部遮盖住。版型为 H 的一个版型，既可以显瘦又可以长肉。肩部微垫肩的一个设计，把我们的所有的肩型都呈现出模特的一个直角肩。裤子呢，高腰的一个半高腰的一个勾扣拉链穿脱，整个裤子以一个9分的一个形式，9分的长度给你们进行一个呈现。直腿缝的一个高温压褶的一个处理是给到你们了，所以说整个衣服衔接起来穿，既可以显得清新，又可以显高，同时呢不会显你们胖胖。衣服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里衬呢是一个聚酯的缎面衬，所以衣服里面是有光泽感的。尺码上衣是3个尺码的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05 M 码，105穿到115 L 码，115穿到135斤。上衣的后背是给你们做了燕尾服饰的一个开叉，保证在穿短的情况下呢，它是会有一个立体的下摆处的一个层次感的哈。裤子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9分裤的一个微锥形的直管裤 ，S 码上衣 S 码的裤子85斤到95斤 ，M 码95斤到105 L 码105 L 码115到125单叉穿到单叉呢，我们可以穿到我们的125，双叉呢可以穿到135斤哈。你的都是 S 码，我的都是 S 码。任医生都是穿 S 码，这一款的话是做了抗起球处理了哈，宝贝啊，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它起球或者起褶皱的哈。我们这一款的话不掉色、不缩水、不起球、不沾灰，最主要的一点还不容易起褶皱。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这是咱们家的63号链接。最后再来把套装62号再来给大家穿一下，咱们格子的啊。对对对，你们 Q 到的比较多一点，有色差，以图片的颜色为准，图片的颜色的话是比较接近，因为每一个手机输出的颜色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哈，宝贝，你们以实际的颜色为准的哈，宝宝，就是这个颜色的话，我觉得你们收到货以后的话都会爱上这个颜色的。因为什么呢？春秋季的话，你们这种颜色穿身上以后的厚度怎么样？春秋天来穿的哈，宝贝，春秋天来穿的一个套装，你要说它厚吧，它也不是很厚，但是你要说它薄吧，它就是适合春秋天来穿的。你们现在质地穿了？质地的话是非常柔软的，它这个质地做了一个人棉的一个西装效果的啊，宝贝。因为什么呢？你想嘛，这样的西装外套的话，它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挺阔感的话，你们穿身上的话，它真的不是很好看的。肩部的为了让它更加的挺阔有型一些，我们又给它加了一个微垫肩设计。这种微垫肩设计的话，你不用担心，就是说有些宝宝说了，我的肩比较宽，然后穿上的话是那个显不显肩宽呀？它不会显肩宽的哈，宝贝。它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修饰咱们的肩型。咱们家瑞瑞的话，肩宽的话是38的肩宽的哈，宝贝。没有了哈，宝贝，没有了。你去版型好看，谢谢美牙是吧？对的，这一款的话是真的非常好看的。一号的话，马上来给它去试穿了。试完这一套的话，就来给它去试穿一号了哈，宝贝。因为你们 Q 到的这款的版型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咱们的套装62号链接给你做一个对比，这两款的版型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一点的哈，就是说它的颜色、面料和花型是不一样的，你们做一个对比来看一下哈，宝贝。这两套的话版型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宝贝，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在颜色和面料上不一样。我们瑞身上的这款的话是含羊毛的，含到了30%的一个羊毛，对，它又比较挺阔一点，好吧？对的，又给咱去做了这种
经典的格纹系列的，大家也都知道，格纹系列是永恒不变的经典的啊、嗯，就是说你不管多久来穿的话，它都不容易过时的，而且优势感做了一个非常有商务范儿的。你比方说，有些宝宝说了，哎，很多宝宝就说，哎，咱们家的西装外套的话，都感觉好休闲啊、哦，能不能有一套比较严肃一点的，或者说是什么呢，正式一点的？那么呢，有啊，我们就给大家就出了这一款的优势号，嗯。你不管是上班来穿还是平时来穿都是非常好穿的，这一款在我们的62号链接啊，好不对，62号链接，对的，因为我们家刚刚那个谁还在不在我们直播间，亲爱的，你一直想看蓝色有弹力吗？没有弹力的，我们家的西装轮边面料是没有弹性的哈。这款梨形身材的话穿这个裤子吧没有问题的，好不对，上衣选择 S 码，裤子选择 M 码，那要看你可以去拍，对的，可以去拍，你要跟我们说一下身高体重啊，亲爱的，我们来给你推荐一下尺码都是可以的啊。梨形身材来穿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永恒60号链接的话，我们真的是感觉试穿了好多遍了，亲爱的姐妹，因为如果说这样来回试穿的话，有可能其他的款都看不到了哈，宝宝，你耐心的一等行吗？永恒，我们先把我们的一号热门款，对，再来给大家去试穿一下。160110斤的话，你选择上衣选择 M， 上衣选择 M， 裤子选择 L。ML 鞋子是没有了哈，已经卖光了。然后我还要这么快。61号链接的话有讲解，先去看讲解。我们的网上会唱歌。那么呢，接下来跟我们的一号热门款是衬衫套装，牛仔的衬衫套装。牛仔的衬衫。嗯，美女有黑色的套装吗？黑色的套装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哈，宝贝，它不是纯黑色，因为咱们家基本上不做纯黑色的套装哈，宝宝，你可以去看一下。有一套的话，我看还有没有哈，宝贝，我给你说一下链接。牛仔衬衫套装是我们新款吗？就在那挂着的吗？手底下的新款的，那么是牛仔的套装。哦。21号链接你可以去看一看，宝贝，晚秋。你可以去看一下，瑞身上的是在我们的62号链接哈，宝贝。刚刚的这一款的格纹系列在我们的62号链接，这一款在我们的62号链接。晚秋，你可以去看一下咱们家21号链接、23号链接，这两款是黑色的啊，是黑色的。咱们部分款是有运费的哈，宝贝啊。如果说亲爱的小姐姐们，记住，咱们每次上新的时候，你比方说哈，我们每次新品首发的时候呢，都会有给到大家一些独特的一些福利的哈。我们的贝贝安宝贝，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谢谢我们宝宝送的礼物哈，宝贝。如果说你们喜欢咱们家这一套的，我觉得你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运费的话，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也有专属的福利优惠券，你们领券以后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好的衣服，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版型和这种挺阔感的哈，宝贝。版型和挺阔感绝对是让你们精致有型又非常好看的啊。21号，我的天哪，我的海洋之心，你听到的变化好多，看来是不是比较喜欢咱们家的衣服。108斤穿什么嘛，你刚才 Q 到的是咱们家61号链接是吧，亲爱的。61号链接的话，上衣选择 M 码，裤子选择 M。上衣的话选择我们的 S， 裤子 M， 上衣 S， 裤子 M， 哈，宝贝。106。嗯，108斤，他说的是毛呢短裤套装。哦，上衣选 S， 裤子选 M， 哈，宝贝，喜欢。好的，亲爱的小姐，没关系，喜欢的话你就有点耐心等一等，因为什么？你看你 Q 到编号，别人也在 Q 到编号，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的，哈，宝贝，耐心的等一等，亲爱的小姐们。那个162的话，132斤，你手上的是不是显胖？不会的，我手上的绝对不会让你显胖的。深色、浅色的衣服我不能给你去说了，深色的衣服你穿绝对不会去显胖的哈，宝贝。你可以去选择咱们家的尺码的话，这我手中的这一套的话，你选择 L 加 XXL 的就可以了。L 加 XXL 的，我们的晚秋。L 码加 XXL 码的就可以了哈，宝贝。57号再看看，57号我不知道有没有宝贝讲解，如果说有宝贝讲解呢，小姐姐你可以先去看哦，还没有，你可以的，稍微等。61号我们的嘟嘟妈稍微等了，亲爱的嘟嘟妈，61号稍微等了啊、嗯，因为咱们刚刚给大家就换下来61号链接，所以说呢你们再稍微等，我们一会儿再来给大家去试穿。先来看瑞身上的一号链接，62号链接108斤穿什么码呀？62号链接108斤，建议你一身 M 码就可以了。M 码的哈，宝贝。裤子选择 L 码。M 码就可以了，这个。108。这一套。这一套。嗯，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哈，宝贝。选择 M 码，一身 M 码的啊。来看一下瑞身上的一号热门款呢，我觉得这一套的话也是一个轻休闲风的一款我们的套装的哈，宝贝，来看过来哦。来，宝宝们看一下哈，瑞身上给你们展示到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一号热门款的一个轻新有一点偏向于一个轻休闲工装风的一个套装哈。整个颜色呢，我们做到的是一个普喜蓝色牛仔的一个面料哈，斯丹尼的一个牛仔的一个面料。衣服呢，我们
们给你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显瘦衬肤色的一个颜色，有一个银色一个肌理哈。那个你看一下那个是不是，是快快递是不是？我们的衣服上面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纽扣呢，它是一个装饰型的一个纽扣哈，装饰型的一个纽扣，有一个咱们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抛光面哈。我们的裤子呢，给你们做到的是半高腰的一个腰头，然后呢，在塞穿的情况下呢，可以穿出一种连体裤式的一个感觉来。裤子的长度呢，实际上是一条长裤，你们可以进行卷边去穿，我蛮推荐你们去卷边，因为一卷边之后呢，它可以出现来的是一个颇有地金色的一个层次感。衣服呢，上衣呢，这个面料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弹性的哈，上衣做到的尺码呢是两个尺码的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10斤 ，M 码的110斤穿到135斤，裤子呢给你们做到的是国标五个尺码 ，S 码的85斤到95斤 ，M 码的95斤到105，L 码105到115，叉 L 115到125，两叉穿125穿到135，我的身高呢是1.7米，体重呢是96斤哈，96斤，一样的吧。这个是多少号？这个是热门款的。一号链接哈，宝贝。瑞士17096斤，这一款在我们的一号热门款哈，这个好差。对的，我跟你说了，想让你们可以搭配小白鞋，也可以搭配高跟鞋。我给你们穿下高跟鞋。这一套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还没有入手的宝宝，你们趁着现在赶快去入手，因为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入手呢，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收到了哈。来，我们卷边之后穿一个高跟鞋，虽然风格走的是一个中性的工装风，但是穿高跟鞋穿出来的又是一个比较霸气的一个是欧美范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热门款的一个上身效果了。日常你们去穿呢，就可以搭配我们家的这个腰带去进行一个试穿了哈。瑞士170-96斤，一身 S 码的啊，宝贝。我身上的是 S 和 S 的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热门款的一个上衣，这些拍的还没发，今天全部都可以基本上发了，今天就可以帮你们全部发了好像。鞋子的话，今天的话就可以，差不多都是可以安利给大家去发出了哈，宝贝。有可能我不知道你的地区的话是在哪里哈，宝贝。如果说新疆的话，可能是稍微等一等的。新疆的话，新疆地区的话有可能要稍微等一等哈，宝宝。对，这个就是一号热门款，胖下就是几号呀？鞋子的话，我都已经给你备好货了，现在，因为你的地区的话是在地区的话，我们基本上鞋子都已经备好货了。对。如果说不是新疆地区的话，今天都可以给大家去发货，好不对？对。然后我看一下哈，那个下套几号？好的，这一套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去过了。衣服不塞里边好看吗？可以的，好看呀，出来给你看一看。不塞里面也好看呢。二号的马甲是什么材质的？二号的马甲是感觉做了一个非常常规款的一个西装面料的哈，宝贝，人棉的西装面料。不塞里面也好看，不塞里面比较藏腰腹部，但是不塞里面我跟你说哈，你要把衣服的上面的纽扣给它稍微解开一点点，就让它穿出那种很飒气、很时装的风格。来，让我们的瑞接下来再来给你穿。可以呀，宝贝，我一直都是穿我们家西装套装配的就是这双鞋子呢。我一直配的都是这双鞋子呀，你没有看，你可以看一下哈。对的，能不能接下来让瑞给大家去试穿一下咱们那一款豹子的套装？啊，好的好的，21号链接，21号链接试完以后的话，再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55号我们的菜菜哈，宝贝。我用豹子套装去搭配这双鞋子，让你看一下。对的，刚才 QQ 到编号没有试穿到的宝贝，你们再来给我们 QQ 一下编号，咱们瑞的话接下来继续给你哦，相信美牙的40号链接。哦，对对对，美牙的，40号什么？40号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个蓝宝蓝色和那个灰色的毛衣，我也比较喜欢的那一款。Oh my god！ 鞋子是那个头层牛皮的吗？这一款的话是感觉做的牛皮的哈，宝贝啊。软牛皮的哈，软牛皮。软牛皮。没想好都穿什么？你们，我跟你说，宝贝，穿咱们家的衣服的话，穿对尺码的话，你们穿也会好看的哈，宝贝。60号永恒可以的，你要稍微等了，亲爱的啊。61号嘟嘟妈，我刚说完，你们又开始扣60、61了。我的天哪，这几款套装是来回的试穿了啊，宝贝啊。然后那个这样吧，我们先把这几个单品的不是套装的先给我们的宝宝试穿完以后就来给你们试穿。好吧，我们的永恒宝宝，你再耐心的等一等，还有我们的嘟嘟妈妈，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宝贝，耐心的等待。18号也可以的，我们的小资你要稍微一等哈，亲爱的。我们接下来先来试穿一下40号链接哈，宝贝。40号链接试穿完以后的话，我们再来给你去过那几款三款的套装哈，宝贝。这那三款的套装我们过完以后的话，宝贝，你们就耐心的等一等了哈，亲爱的姐姐们啊。
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抓紧时间先来给我们加个关注，喜欢哪一款的话都可以的。好的，61号我看到了，现在急啊，可以的哈，宝贝，可以的。嗯，21号链接我有看到，155的话50斤的话可以穿1号吗？可以的哈，宝贝，你要穿的裤子比较长一点的话，你卷裤边来穿就可以了哈，宝贝。你选择一身的话，上衣 S 裤子 M， 上衣 S 码裤子 M 码，我们的超级英雄。嗯，52号可以试一下吗？可以的哈，宝宝。如果说还没有加关注的宝宝，能不能先来给我们加个关注？我们的英子啊，还有我们的王叔啊，还有没有婉儿会唱歌啊？能不能给我们加个关注啊，亲爱的？可以的，都会给他去试到的哈。我又看到了37、59，先来看一下瑞士上的这一款的啊。这一款的话是在我们链接里的40号链接。我觉得一会儿的话，你们穿上以后，是不是你们都会觉得，我的天哪，怎么这个毛衣那么好看？我给他们拎个大包。来，先把40号过完以后，就过一下21号。21号过完的时候，就过60、61。60、61过完以后，就会试穿52号，还有我们的9号，还有我们的37号，还有我们的59号。这几款编号的话，都排一下队哈，宝贝。OK。你们会发现哈，这个衣服一穿上去，我的头掉小掉一小掉两圈哈，因为我们肩部呢给你们做到了一个延长的一个飞肩袖的一个。那这样子的一个螺旋纹的一个袖口哈，一个肩口，这样子的一个肩口呢，会显得我们有直角肩的同时呢，会把整个毛衣撑起来，让它的一个慵懒感减轻，让它的一个时髦度进行一个提升。羊毛的一个面料的一个毛线衣，我们在衣服上面给你们取决到两个颜色，一个莫兰迪色系的一个大象灰色，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宝蓝色哈。整个衣服呢，我们做到的一个工艺是一个。那这样子的一个平针的一个针织凹凸有致的一个坑条的一个肌理，在于它的胸部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交叉V线，在于手袖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交叉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隔断，领口处呢也是给你们做了一个螺纹收紧的，下摆处也是有一个螺纹收紧。整件衣服两个颜色，灰色是一个所有人群都可以去驾驭住的一个颜色。如果你的肤色呢是偏黄，如果你的肤色是偏向于那种大众肤色哈，这个颜色毋庸置疑你可以驾驭。但是如果你想要提亮肤色，那我也给你准备好了一个宝蓝色的，来我们期待一下宝蓝色的上身效果。衣服一个羊毛的一个质地，齐臀的一个位置，然后对于我们的腰腹部包容性是贼强的哈。来我们看一下宝蓝色均码一个尺码，85斤穿到我们的140斤都没问题哈。对的，那你只能说是你感觉了，有可能是我的色彩的输出的原因哈，宝贝啊。但是有一点，你要说它100%不起球的话，我不能给你保证哈，宝贝。100%不起球的话，这个肯定不能给你保证的哈，宝宝啊。裤子的话在我们的53号链接，瑞的裤子53号链接，上衣的话是在我们的40号链接。喜欢的你们就去入手一下。这个毛衣的话，我跟你说，含到了37%的羊毛混纺的哈，宝贝。看一下，它是就是给它去做了一个灰色的，还有一个我们身上的宝蓝色，两个颜色。这个颜色超显白。对的。如果你是肤白的宝宝，这个颜色你必选；如果你是肤黑的宝宝，这个颜色你去尝试，很欧美。对的，裤子是在我们的53号链接，是给它做了一个人棉的西装面料的，质地比较柔软，不掉色，不缩水，不起球，不沾灰，最主要的不容易起褶皱裤子哈，宝贝啊。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它就是给它做了一个春秋天来穿的，喜欢的宝宝你们就去入手。你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穿不好看吗？我觉得今年这一届的话，这种版型的，特别是毛衣加了垫肩，又是给它做了微垫肩，对。直接的这种效果的，绝对是让你们挺阔有型又非常飒的，宝贝。头小。对的，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就可以了哈。裤子是不沾灰的，你可以放心，裤子不沾灰。好的，接下来我们的毛衣就给它就过了哈，宝贝们啊。那么的接下来我又看到61了，很多宝宝在刷61，鞋子的码数比较正，非常正，鞋子的码数我有看到了61，稍微等，我们把21试完以后再来给你们试61哈，宝贝。那么，豹子套装。哦，豹子套装。嗯。那个裤子有点怎么了？黑裤子有点，这个面料的话，它黑裤子有点沾灰的话，那是因为什么呢？它是面料的原因。有些面料的话，你比方说毛呢类的那种，那个类似于我们的磨毛类的，你比方说咱们冬天，那个穿的这种床单，62号床单，床单，咱们的被套，它有这种磨毛工艺，对不对？62号小姐姐，咱们有宝贝讲解，你先去点进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哈，亲爱的。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啊，所以说它多少有一点，但是咱们家这款面料的话，它是不沾灰的哈，宝贝，不沾毛的，你可以放心。这个毛衣如果说喜欢的宝宝，你们也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亲爱的小姐姐啊，毛衣抓紧时间入手，先加关注再扣编号哈，宝贝，加关注扣编号，我们再来给你们去试穿的啊。
我们先把21号链接的套装试完以后，再来给大家去试穿一下61和60，然后再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咱们家其他的款式哈，宝贝。秋天穿的，对的，秋天穿的哈，宝贝，有静电美裤子。目前发现的话，因为还没有到秋季，比较干燥的时候，我只能等到气候比较干燥的时候呢，我再来跟你说它起不起静电。一般的话，咱们家的裤子的面料的话，还都是不起静电的哈，宝贝。还都不起静电，它有一些起静电的裤子，我知道你说的那种超纤的那种的话，它容易起静电的啊。你摩擦一久的话，它容易起静电，噼里啪啦的就那种啊。而且还会有光，有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比较贴身子。怎么入会？咨询客服哈，亲爱的，咨询客服怎么入会？哇，你们这一会扣到的编号比较多，咱们一件件的来给大家去试穿了哈，宝贝。我们稍微把节奏也给大家去放快一点哈。如果说喜欢咱们家瑞瑞身上这一套的21号链接的哈，宝贝，那么你们就抓紧时间看过来了。这套套装的话，也是咱们家给大家去做的一个非常有设计师款的一款我们的套装。这个套装是我们家的经典款。经典款，而且还有一点要给大家说的，这一款的话是全网无同款的哈，宝贝。对，全网无同款的哈。来看一下哈，衣服的面料，人棉的一个缎面级别的一个面料，它带来的肤感呢是柔软的，而且呢是丝滑的哈。整个衣服的一个肌理呢是我们的一个原创的一个 logo 的一个肌理，加我们的一个荧光豹在衣服和裤子上面进行呈现。裤燕尾服饰的两边的一个侧开叉的处理，斗篷式的一样子的衣尾边，让整个衣服呢颇有挺阔感哈。裤子的一个长度呢是一个9分裤子的一个裤长，它的一个腰缝呢是一个纽扣加拉链进行一个穿脱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套出装呢，既可以彰显出一个帅气，又让你们冲破了千篇一律的成本的黑色西装的一个格调哈。衣服的尺码，上衣是3个尺码 ，S 码85斤到105 M 码，105到115 M 码，115到135，裤子做到的是国标5个尺码的裤子哈 ，S 码85斤穿到我们的100斤 ，M 码100斤到110 M 码，110到120。XL120到130，两个XL130到140斤哈。这款在我们的21号链接哈，宝贝，21号链接的套装，黑灰色的啊，它是不是纯黑色哈，宝贝？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黑灰色的碳黑色，它有点像一个反出一点金属光来哈。对的。那个160130斤的话，要穿到 L 加 XL 了，哈，宝贝 ，L 加 XXL 最大码 ，L 加 XXL， 对，对的 ，L 加 XXL 的最大码的，我们的如意，哈，宝贝，21号链接，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下一好了，这一套我们就给大家过了，再试一下61号链接了，哈，宝贝，短裤的毛呢套装61号链接，试完以后再来给大家过一下62号链接套装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给大家过了，因为套装的话给大家试的变数比较多一点了，哈，现在。那么的接下来就会给大家去试一些单品的，我们的55啊43啊这些编号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去试到的哈，宝贝。美牙，那些168125斤穿多大？168125斤，你要穿到我们的 L 加 XL 的 ，L 加 XL， 120，L 加 XL 的就可以了哈，宝贝。9号我有看到了咱们的背带裤哈，宝贝，你稍微一等啊哈，我们的格格，稍微一等，亲爱的。21号的话，你要穿到 L 加 XL 的就可以了哈，宝贝。每套都喜欢怎么办？每套都喜欢都买回家试穿呀，现在。你买回家试穿，咱们家支持7天的啊。我退一两套，如果不适合你，退回来给我就行了。对的，咱们家还是支持7天的。喜欢的多的话，就我跟你说，特别是针对于那些选择困难症的宝贝，那么呢，你喜欢的比较多的，你就拍回去回家试穿，喜欢哪几套就留哪几套。对。不喜欢的就直接来联系一下咱家售后专员就可以了哈，宝贝。53号的裤子167108/6斤的话 ，M 码就可以了哈，宝贝，哥哥。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那款裤子只做了2个尺码。来 ，Q 到咱们家61号链接的宝贝，你们这一次抓紧时间看过来了啊！说完这一次61号，把它打入了宫。61号、62号，抓紧时间看过来了哈，宝贝们。打入冷宫还是不可以的哈，雨露均沾嘛。我沾了灵性太多了，灵性差太多了，今天1米67体重53斤，53斤应该是多大？回复过了哈，来，宝贝们看一下，你们 Q 到61号链接的宝贝，你们谁要走开看不到的时候，一会儿我要看到你们刚刚 Q 到咱们家61号链接，再 Q 到的，我跟你说，我就不给你试穿了，我就把你打冷宫了哈。有脚上的鞋子吗？有的，宝贝，你去。这个脚上的鞋子暂时没有哈，宝贝。这双鞋子，这双鞋子暂时还没有打算给你们做了哈，暂时没打算给你们做。谢谢我们宝宝的关注，爱吃宝宝蔡州的关注，谢谢。那个多大码的？100斤的话，这一身的话，100斤的话，选择一身 S 码就够了。S 码，裤子 S 码，
来吧，我们看一下哈，61号真的我又来冲上身了哈，他真的是你们的一个心头爱了，就相当于又有很多宝宝现在已经真的是很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了哈 ，oversize 的一个风格了，上衣的宽大的一个 H 的衬衣的一个版型，裤子5分护士毛巾必备的一个版型，面料毛呢的一个面料哈，千鸟格的一个基地，然后呢黑橄榄绿的一个颜色，整件衣服给你们带来的一个 A 字版的一个挺阔感 ，A 字版的一个时髦度哈，我们的衣服上衣做到两个尺码 ，S 码85已经穿到115 M 码，115穿到135。喜欢蒋亮的鞋子，蒋亮的鞋子的话，过两天会给阿姨上的哈，宝贝，你们持续关注一下啊。对，好吧，因为有很多人都问了，蒋亮的鞋子喜欢的话，过两天我们给你们上吧哈。对的，过两天会给阿姨上哈。五个尺码 ，S 码85斤到100斤 ，M 码100斤到110 ，L 码101到120 ，XL 120到130，两个 XL 130到140斤哈。等一会儿再有人 Q 到这个，我就把它打入冷宫，真的。好了，62号链接，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入手，含到了40%的羊毛的啊，宝贝，这款毛呢套装含到了40%的一个羊毛混纺的一个面料，质地非常柔软。咱们的中裤里面的话也是加了内衬，全内衬的包边的，所以说呢，全内衬包边，对的，对肌肤没有任何刺激性，对的啊、也没有任何不束缚感的哈，宝贝。如果说喜欢咱们家这一套的宝宝，你们就入手了。特别是对于个子比较娇小的宝宝，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入手啊！个子娇小的宝宝，这一套的话一定要去入手的哈，宝贝们。好的，那么我们这一套就给它就过了啊。那么接下来给我们宝宝试穿一下60号。单品了哈。60号，还有一个60号。好的，60号。我们家永恒小姐等了时间比较久，60号。好的，永恒，你稍等哈，我给你试。60号链接试完以后，我们就给它就过单品了。我们家格格要看的9号。还有 Q 到编号的宝宝呢，52号，我们的王叔，52号链接的，52号的小皮已入了宝贝讲解了，叔，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啊。还有 Q 到编号没有试穿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再扣一下编号了啊，你们扣编号，我们再来给你们去试穿，因为我们就不爬楼了哈，宝贝。47号，我有看到，好的，47号，安利给你啊，宝贝，稍微一等，安利给你。那你待会给我烧点水啊。好的，60号链接的话马上试穿了，试穿完是9号，9号试穿完就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47号链接。然后刚刚在我们直播间 Q 到编号的宝宝，你们如果说没有试穿到的，你们再来给我们刷一遍编号啊。对，你们再给我们再刷一遍编号哈。38 39 41 41，哎，是21还是41啊？26号可以的哈，宝贝。55号查收，看一下菜菜。55号可以的哈，宝宝，可以的啊。来，21号可以的哈。先来看60号链接。我也看到了阿宝，不用刷了，有看到了阿宝，看到了，亲爱的。又 Q 到62号链接。那么你们 Q 到62号链接的宝宝，你要稍微一等了哈，亲爱的，不是不给你试穿，因为这个的话试穿比较多了套装，然后呢也看过的比较多，你可以耐心等一等，我们先把那些单品的一会儿再来给他试穿一下哈。还没有试穿到的，先给他试穿量一下哈。没有试穿到的，先给大家说声抱歉。有时间能等的宝宝，你们等一等，咱们都会给你们去试到的啊。看一下60号了啊，宝贝，脚上的鞋子有吗？脚上的鞋子有。这一双在我们的69号链接，69号链接哈，亲爱的。这一身有福利吗？上次你买的西装一起发货的，我再买几套。那看来阿宝你买的咱家套装你觉得非常不错是吧，宝贝？买阿宝7天无理由，你多买几套回去，不适合的退回来给我，好吧？瑞瑞穿的是我们的一身 S 码17096斤，一身 S 码的哈，宝贝，17096斤，一身 S 码。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这款是做了50%羊毛的，哎呦。一款我们的套装啊，50羊毛的一款套装，宝贝。如果说腰款的哈，这款的西装外套是给它做了腰款的，腰部又给它做了这种绑带设计的。来，我们抽出来给你看一下绑带啊，你看的姐妹。其实这个绑带很好绑，你们不需要全把它给看到吗？系起来。对的，就是给它做了一个小腰款的，我们把扣子打开，你也可以敞开怀穿。裤子的话是做了一个直筒裤，50的一个羊毛，里边的话是到我们膝盖的位置的一个内衬设计的啊，宝贝。里边有内衬裤子，所以说呢它的舒适度的话也是感觉做的是非常好的哈，宝贝。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入手，如果说不想要绑带的姐姐呢也可以直接抽掉绑带来，还可以扎腰来穿。这一套的话是感觉做了两穿的，可以扎腰来穿，可以这样的
外穿都是可以。来扎腰，来去看一下效果。扎腰是内塞哈，把衣服塞到裤子里面。那么呢，扎上以后的话，我们就给它就过了。鞋子有的哈，宝贝，69号链接。对的，你看我们家菜菜都已经成了我们家线上客服了哈，谢谢我们家菜菜啊。裤子啊是那个鞋子在我们的69号链接。33号要买杏色没有货了，没有了的话那就不能拍了。现在如果说没有了的话，那就不能拍了。我们的骗子50号链接我看一下了。有没有录哦？稍微一等，会给大家去试到的啊。这就是我们扎上腰穿的一个效果的哈，宝宝。如果说你们喜欢咱们家的永恒宝贝，抓紧时间来看过来咱们家60号链接。那个穿高跟鞋试一下。这个的话是目前我们直播间的跟啊比较高的，那一个细头的那个，给大家去试一下吧，有可能。细头那个宝贝，你说的高跟鞋是单鞋的还是靴子？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现在只有高跟一点点的一个靴子，没有太高跟了哈，现在这边啊，我们直播间的话鞋子的话真的没有太高跟的，所以说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中跟的比较多一点的哈，对对对。所以说喜欢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咱们家60号。好的，这套就给大家就过了哈。9号的背带裤，9号的背带裤给大家去试穿，我来给大家去报一下码数哈，宝贝。那个单高跟目前没有哈，宝贝。60号的话100斤穿 S 码可以吗？上衣选 S， 裤子选 M 哈，宝贝。对，上衣 S， 裤子 M。上衣选 S， 裤子选 M。阿宝的26号我有看到了，亲爱的，你稍微来，胖胖给你们选一下这个尺码哈。来60号，喜欢要入手的哈，宝贝。脾气可真好，还行吧？刚才我都有一个发脾气了，你知道吗？真的。刚才为什么发脾气？我们没有给他去试穿的哈，他说我是无良商家，我说我怎么无良你了呢？让他看宝贝，你放他不看。你有没有买过我家东西？我家东西又不是说很差，你买到以后觉得很差，你说我无良。我就因为没有给你试穿到，他突然之间说我无良，我就发脾气了。对呀、啊，我就很无名。27号我有看到了，亲爱的姐姐，27、57和39号可以的，亲爱的，你要稍微一等哈，9号马上来给他去试穿了，亲爱的。哎，我哎呦，我家叶子又来了，你知道他又点的是什么吗？他又又到62号链接了。叶子，我家62号链接，我今天在直播间里已经试穿到了好几次了。162的话，103斤，选择 S 加 M，S 加那个 S 加 M 就可以了哈，宝贝。叶子 S 加 M， 不客气的，亲爱的，一会儿来给你去试穿，一会儿的给你去试穿，亲爱的，谢谢谢谢我们一下底下送的小心心，速度有点快，你说不能不快了，现在我都希望呢哈，每次都看不到，哎呀我的天哪，咱俩就是这种向左走向右走，是不是一个转角擦肩而过，你没有瞟我一眼，我也没有回头望你一眼。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就错过了，没有关系。62号我看到了，我们陈真也 KO 到了，哦，等了半个钟头了。55号，我的天哪！好的，我看一下55号是什么，能不能给你们搭配一起哈，宝贝？哦，55号的套装不可以。好的，55号先试，因为什么呢？55号没有穿过呢，还来看一下9号链接了，亲爱的姐妹啊，瑞穿的是 S。一定记住，瑞是170，96斤，咱家衣服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穿到最小码的哈，宝贝，都是穿到了最小码。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就可以哈，宝贝。也谢谢直播间所有小姐的关注、分享与支持，还有给我们刷的礼物哈，宝宝，谢谢，谢谢，好的，那么接下来看，先看9号，9号的话是给它做了2个颜色的哈，一米六七五十三，我身上的裤子吗？哦，对，1米6753的宝宝，你去穿到我们的一个106斤 M 码，中码。来，所有的小姐姐都看过来，9号的裤子，这个的话也是我家的一个王炸款的一个9号裤子啊。这个9号的裤子的话，数量现货了哈，数量不是很多了。你们如果说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咱们家这条裤子。我觉得真的，这条裤子的话是咱们印油家首发的，有可能你们在其他家的时候也看到过了哈。但是我们家的裤型是最好的，我们家做裤子裤型是最好的。首先第一点哈，来看一下。我们家有别于其他家可能是哈伦裤，我们家做的是一个锥形的一个休闲裤哈，锥形的一个修身裤，整个裤子的面料涂洗的一个牛仔的一个面料，全棉的哈。然后呢，我们在裤子上面呢给你们做到的是前面后面不对称的一个腰头。我们家的裤子的背带呢是可以拆卸的，别家可能也可以同时拆卸，但是我们家能做到的是拆卸完了之后腰部依然笔挺在你们的一个腰腹部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上衣33号哈，宝宝，上衣33号链接哈，亲爱的啊，33号链接，对的，阿宝，33号，白色不透，白色也不透的哈。
五倍，两个颜色，来，一分价钱一分货，真的，我就觉得咱们家质地的话是感觉做的是非常柔软的哈，宝贝，透气性也比较好一些，而且咱们家的五金选择上的话都是感觉选了比较优质的这种五金，背带是可以拆卸的啊，而且可拆卸可调节，而且又是一个弹力的背带，如果说你们喜欢咱们家九号的裤子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咱们接下来再把白可以背左边可以背右边，对的，咱们把白色的穿上给你们去看一下啊，一共两个颜色，一般的话身材比较丰满的，你比方说咱们有一些小姐姐呢确实是这种啊，不得不说的就是什么呢，特别是有针对于一些宝妈，有些恢复比较慢一点的，还会就是说臀围稍微大一点的，顺产的你知道吗，臀围都是会稍微宽一点的啊，以后的话小姐姐们还是为了保持住你们的身材可以抛一下的啊然后呢它这个面料的话就是说你们比方说臀围宽一点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的宝宝，你就可以选择咱们家的这个深色系藏蓝色的，如果说身材本身就比较纤细一点的宝宝呢，那么呢你们就可以选择咱们家的白色的哈，宝贝，那么就是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哎呀我的亲爱的，你刷的比较多一点，我有看到了27、57、39件的，你要稍微一等哈，我们一件件的来给大家试穿啊。一号我有看到了，别的无恙，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我希望先来给我们加波关注。58号这个面料不那么容易起褶皱的哈，宝宝不容易起褶皱的啊，你可以放心。58号的话，你稍微一等，风衣的话稍微一等，我们可以用这一套给你去搭配一下，咱们家披上咱们家58号链接了就哦，直接套上咱们家58号链接。裤子如果说你们喜欢的宝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一共四个尺码 S M L。XL，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10斤 ，M 码110斤到我们的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05斤 ，M 码105斤到115斤 ，L 码115斤到125斤 ，XL 码115斤到125斤到135斤。那个白色感觉比棉，白色要稍微厚一点点，白色要稍微厚一点点，白色的面料的话要稍微厚那么一点点的哈，宝贝。那个蓝色的话质地的话更加的柔软一点，对的，现在瑞瑞给大家套上的搭配的就是咱们家58号的风衣了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这款风衣的话也是咱们家的一个非常刚给大家说的秋冬季的话我觉得也是必入的一个单品的，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一起去入手一下这一套的哈，宝贝们，绝对是让你们精致有型又非常好看。风衣的话一般低于155的宝宝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瑞瑞170的话它大概到我们的膝盖以下的位置了哈，宝贝，白色的一点都不透的，它透的话你拿回来我把你吃了都行，宝贝，能不能试下57？可以的哈，宝贝，马上了啊！一号多久可以去试穿？稍微一等啊哈，宝贝，稍微一等你啊，因为我们你看吧，很多小姐姐她前面的话 Q 到的比较多一点的啊，27、57、39，宝贝，我看哈，好的，谢谢，不客气。喜欢的话就去入手，包括咱们家58号我们的胶纵很体贴，喜欢的话也去入手。我来给大家去报一下咱们家风衣的码数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05斤 ，M 码105斤到115斤 ，L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35斤哈。喜欢的就抓紧时间去入手。好的，接下来我们马上给大家就往下过一下下一款了哈，宝贝。Q 到咱们家57号比较多的，那么就先试一下57号链接，直接套。给你做一个对比，这两款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毛呢的，一个是58号是咱们家的一个聚酯纤维的哈，宝贝，常规款的一个风衣面料。那个我的47号的外套可以哈，我们的雪宝都会给它去过到的哈，耐心的等一等，能不能在白色裤子上套一下57？可以的呀，当然可以啊，宝贝。我就是。毛呢大衣，我就是在白色裤子上套。可以的，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了。晨晨，可以，我有看到了哈，亲爱的小姐姐，看到了，你还在等菜菜，菜菜的55，阿拉嫂你，让你久等了，亲爱的啊，让你久等了。正好这样的单品的话，我们可以套的话，就先来穿给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看了以后的话，我们速度过快一点，这种单品你们就去入手就可以了，宝贝。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呢，你买完以后再到我直播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有时间再来好好的给你们去分享一下，好好的给你们去唠一唠哈，亲爱的。来看一下，这就是咱们家的这一款了哈，它这一款的含毛量达到了30%多的，羊毛的哈，宝贝。所以说这一款的话是感觉做了一个挺阔有型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它是做了一个茧型的一个版型的哈，非常倾向于欧美范儿的一款我们的毛呢大衣，秋冬季穿毛呢大衣是必入款的啊，毛呢穿的时间长一些，对的，对，哎，聪明，风衣的话穿。
穿的时间线的话比较巧一点了，只能是春秋天来穿一穿的啊。这个毛呢大衣呢，它的版型就会比刚刚那件要挺阔一些，要宽大一些，整个人穿起来呢，它的包容性会更强哈。对的，这一款的话是在我们的57号链接了哈，宝贝啊，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长度的话，对于个子娇小的宝宝，你们也不用担心了啊。对，因为它是做了一个中长款的，不是说很长款的。超长款，对的，它不是那种超长款，是做了一个中长款。而且肩部的话，它就是给它去做了这种宽肩设计的哈。你不要说买了以后，我的天哪，怎么那么肥大呀？但咱们家就是这种版型的哈，宝宝。对，这个版型的肩型很好，我们没有做很夸张的延长肩，它可以恰到好处的修饰住肩型，也可以修饰我们的脸型哈。57过了哈，宝贝。那么接下来看一下39，我看一下。57号的尺码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是三个尺码哈 ，S 码85斤到100斤 ，M 码85斤到105 ，M 码105到115 ，L 码115到135。日常还可以扎腰带去穿哈，可以扎腰带、束腰带去穿的。然后39、27可以的哈，宝贝，这个打底，配一条黑色的裤子，然后正好一会儿的话再给它随便了，然后。套53号的裤子，然后呢？一会儿再配一下这个皮衬衣。好，皮衬衣，27号的皮衬衣。好，我知道了。套下57，57已经给他去穿了呀，宝贝。阿宝的26，还有我们家菜菜的55，可以的，阿宝贝，让你们久等了，现在啊，让你们久等了。谢谢，不客气的，亲爱的姐姐，我们应该做的啊，是我们应该做的哈。27号马上给大家去试穿了，现在啊，我们家菜菜让你久等了，还有我们家阿宝啊，那个26号没有办法试穿了，阿宝，26号一件都没有了，已经下架了，现在的26号链接，哎，一直让你在这里给你唠嗑，也没忘了跟你说了，26号链接的话一件都没有了，阿宝，光唠嗑了没有看，忘了看一下这一款了，26号链接一件都没有了，现在。那个已经卖完了，已经不再补货了。你再看看其他的款，好吧？你看看我的海鸥蓝这个颜色吧。我现在要试。53号链接，53号链接马上穿上了哈，宝贝，我们就用53号链接给它去搭配了，搭配了一下我们家的53号。53号搭配38号。我看一下，搭配的39号链接。然后那个宝宝，刚刚那件你点的那个打底没有了，你来看看我身上53号这件吧。嗯。43可以的哈，宝宝，你们 Q 到编号的，咱们都会试穿的。这一套过完的时候呢，有一点我要给大家去说一下哈，特别是不是我们不给你去试穿一下的啊，我们要给我们家菜菜试穿一下，咱们家55了啊。这一套过完以后，就要给我们菜菜试穿55，衣服好漂亮，160的话穿，亲爱的，那个我给你点动力，你也像我一样，咱们都减减肥。目前的话来说的话，暂时还没有你能穿的，亲爱的，暂时的话还没有你能穿的。咱们一起减减肥，亲爱的，好吧？等我们从直播间，你下次见我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我就变成了一个小鲜肉了。一号是不是？是，别来无恙，别来无恙，等待很久了。正好我们穿套装的时候，就再办了两款，给大家过一下。我们试完55，就来给你试穿一下咱们家一号，好吧，亲爱的？这一套试完以后就来给你去试穿。兜兜，我看到你了。一起减减肥，对的，像我也需要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小鲜肉，因为我的脂肪把我的美丽全都包裹住了。对，包容性比较强。我的脂肪都把我的包容，都把我的美丽全部都包裹在里边了啊！裤子53号链接啊，宝贝，47号可以的啊。先来看一下53号裤子，包括我们家的这款打底哈，39号的打底啊，裤子53号链接打底在我们的39号哈，宝贝，打底39，裤子53。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套的初装，如果说喜欢的话就去入手。咱们家瑞瑞的话，我也比较喜欢这一件。你不要看一些简简单的这个打底，裤子的长度是一个9分裤的哈，宝贝，裤子的长度是9分裤。9分裤的裤长哈，不要看简简单单的一个打底，颜色几个很饱和度比较亮的一个颜色冲击在上面，跟莫兰迪色系的一个灰色大象灰色结合起来呢，是完美的一种高级感哈。而且呢，它的初装性跟吸睛性是你们显而易见的，看到之后呢，不要去抗拒它这个颜色，你们穿上身之后就会发现了，其实自个儿是可以很好的驾驭它的。打底的话，质地非常柔软哈，它这个的话是羊毛的哈，宝贝啊，它这个的话，那个包容性比较强，从我们的
85斤到135斤来穿都没有问题。裤子的话，我们来给它报一下码，首先来看一下背面。裤子的话，亲爱的姐姐，它是一个半松紧腰的，半松紧腰。所以说我们做了两个尺码 ，M 和 L。M 码穿85斤到115斤 ，L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35斤裤子。两个尺码的，115斤之内的选择 M 码，115斤到135斤的你选择 L 码。裤子在我们的53号链接哈，宝贝，53号链接，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来直接搭配咱们的皮衬衫，给大家去看一下皮衬衫，在那上面。喜欢的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60号的话已经录了宝贝讲解，亲爱的，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啊。我看一下47号链接，哇，可以的，一会儿用这一套再给你搭配一下47号哈，亲爱的，还有27我有看到了哈，最后给你去过一下27号链接哈，宝贝。现在就穿的是27号链接了啊，搭配的就是咱们家27号链接的一款我们的皮的衬衫。这款皮衬衫的面料的话，我们是给它去对标的是我们的小羊皮的这种质感的。115斤的话，你选择 S 码就选择 M， 刚好卡到就选 M， 我们的723、725宝宝你就选 M 啊，刚好卡到就选 M 就可以。对，它这个的话质地非常柔软的，我们里边的话又给它去复合了这种桃皮绒在这里边的哈，所以说呢它的触感的话就是你分辨不出来它是真皮还是 PU 皮，但是我们的材质是 PU 皮的，它是给它做了一个深绿色的。一共这个衬衫的话我们是就是说没有任何异味，质地比较柔软，不掉色，不爆皮，不开裂的哈，宝贝。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咱们家的这款小衬衫的衬衫款的一件皮衣哈，宝贝。很帅气，版型很复古哈，它的胸口处呢做了一个斜切口的一个口袋的一个设计了。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处哈，后面呢还是给你们做到了一个横肩式的咱们的一个肩部线条。好的，55继续等，阿拉斯奥尼，谢谢。套完这一件就来给它就55，真爱了，真爱了，你脱掉这个吧。在想啥？好的，那么接下来给我们的雪板99套一下，咱们家47号就会是55和1号了。这个裤子1米6/98，就穿 S 码，穿 M 码 ，M 码。选择 M， 选择 M 哈，裤子选择 M 哈，宝贝，98斤选 M， 给我衬衫。老板。如果说你们喜欢咱们家这一款的话，宝贝，你就去入手。你看一下，里边是复合了桃皮绒的一个面料，所以说呢，它就是说对标的就是这种小羊皮的质感的啊。如果没有任何异味，不爆皮，不开裂。衬衫是假的。衬衫在我们的27号链接哈，宝贝。衬衫是27号链接的一个绿色的一款我们的衬衫，衬衫式的一件外套，小皮外套的哈，宝贝。如果说喜欢的话就去入手。现在瑞给大家试穿的就是咱们家47号的链接的一个牛仔外套了哈，宝贝们。13号，好的，好的，好的。现在的话就是说的一个牛仔外套哈，宝贝，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我的裤子，我的衣服秋天都可以穿，秋天都可以穿。这个裤子不是死边的，你可以放下来看一下长度，看到了吗？边边是我们自己卷的，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卷一下哈，宝贝。卷边会更好看，会更出彩一点。对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卷一下，这个边边可以放下来的啊。61号的话，我们的晨曦你要稍微等了，裤子有运费，没有办法的，部分商品是有运费。你可以找个包邮的一块儿。衬衣怎么洗啊？我跟你说，平时的时候衬衣的话，你机洗就可以了。你直接拿湿纸巾去擦拭就可以了哈。对。你想吧，它的颜色本来就那么深，所以说呢，你直接擦拭就可以了。115斤穿几码？你要看一下身高，身高的话在165左右的，你就选择 M 码。165以下建议你选 L。对对对对对。165以下选 L， 165以上的话选 M。选 M。裤子啊，宝贝，我们的一层。163选 L 吧。选 L， 163、115斤正好卡到那个码数当中，你选择 L， 因为它毕竟是松紧腰的啊，宝贝。来看一下背后的一个效果，这就是咱们家牛仔外套，牛仔外套及腰的一个长度哈，也是做的均码号的，85斤到140斤都可以穿的啊，没问题。这一款到140斤都可以去穿，亲爱的。所以说你们喜欢咱们家牛仔外套，它这个颜色的话是做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牛仔蓝的一个外套，灰蓝色。机车风的这种版型绝对是让你精致有型又非常好穿的。领口还给你们做了一点点的渲染工艺哈。好的，那么呢牛仔外套我们就过了47号，过了哈。来55号试完给我们的宝宝试穿1号。55号链接的话是咱们家的那个毛呢套装条纹拼接的 AB 版。AB 版的。好，我知道了。来。我拍了。今天发货呀，这个牛仔外套的话好像周一的时候就可以发货了，牛仔外套周一的时候就可以发货啊，宝贝，等一天吧，今天已经在线上制作了，周一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去发货了，牛仔外套啊，马上下货了啊，谢谢宝宝的关注啊，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抓紧时间来给我们加个关注，终于等到你
你了。是的，还有我们家别来无恙，亲爱的，不要走开了啊！一会儿的话，你不要再像我们家那个谁一样，62号他已经 QQ 到从我开播一直 QQ 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总是要跟我们擦肩而过啊！我们的别来无恙宝贝，你不要走开了啊！我们试完55就来给你去试穿一号了啊！皮衣瑞穿 S 码吗？对的，瑞是17096斤，穿咱家衣服的话基本上都是 S 码的。这个小皮衬衫的话你们一定要去入手的啊。裤子几年发货？曾经的曾经，亲爱的，听到你的名字就是有故事的一个人，忘不掉。这个的话我跟你说，裤子的话你去咨询一下客服具体的发货时间。衬衫的话瑞穿的也是 S 码，袖口的话是做的这种双扣的哈，宝贝，加宽扣的一个设计的哈，宝宝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们想穿的更加有层次感的话，你把扣子打开以后是卷边以后哈，宝贝，这样子去扣外扣它啊。衬衫的话这样外扣它就会更加的有特点一些，看到了吗？你们衬衫的话一定记住，如果说你要觉得袖长，我想卷面来穿，你就可以这样外扣它。它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男士的一个衬衫的话，有一个单独的这种衬衫扣啊，宝贝们。对对对。所以说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部分商品是有运费的哈，宝贝，我让你们去选择一个有包邮的产品一块。170的话98斤，裤子选择 S 码就可以了哈，宝贝。裤子是选择M 码，53号选择 M 码。谢谢谢谢我们家亲爱的菜菜啊，裤子的话是那个裤子的面料的话，我们刚脱掉的啊，53号链接再来感觉加深一下。53号链接的裤子的面料，人棉的一个挺过感柔软性的一个。对的，它这个面料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哈。来，我们给你验证一下啊，宝贝。我每天最爱的。看一下，它都是没有任何褶皱感的，这个就说它实穿性也比较久，你们买回去以后收到货就可以去穿，然后呢你们就是说到了秋冬季也可以去穿的一条裤子啊。裤子的话170 98斤的话你选 M， 你和你家瑞瑞的身材基本上是一样，158体重110斤，50号选择什么码？你50号的话要选到我们的一身 M 码了哈，宝贝，158要是选择一身 M 码，110斤，一身的上衣 M， 裤子 M。瑞穿什么都好看，都想买。那牛仔那套，会出更小的吗？牛仔那套会，宝宝，牛仔那个一定要穿的宽松一点，会很好看，宽松一点会很好看。肩的话40加的话，你可以放心，咱们家瑞的话是38的肩，38的肩，他穿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哈。一号的话，宝贝，166 110斤的话，选择一身 M 码的啊，一身 M 码，166 110斤，选择一身S M 加 L。一号选择 M 加 L， 加 L， 对的，我们的鲸鱼宝宝呀，先加关注可以吗？亲爱的小姐姐，我们的纠简童也先加关注。没有关注宝宝，赶快先加我们关注，关注我们，你们会有一张5块钱的我们彩优惠券哈。对的，那个我们的小姐姐说了啊，推荐一款西装套装，西装套装我们亲爱的，咱们家非常多，你可以去看一下哈，亲爱的。肩宽36，然后来，我们把肩宽42，宝贝，你觉得它大的话，你要看版型哈，版型。最好说身高体重，这样子的话我们能更直观的告诉你。他说的是我这一个吗？不，他说的是那个另一款。哎呦，一号他穿的是一号。一号那个衬衫男的。一号那个衬衫没有任何的垫肩处理，你随便去穿，你的肩宽什么样子都可以。来，宝贝，看一下裤型，这个裤子的话就是感觉做了一个小裤脚的了啊，锥裤。小裤脚，这条裤子是一个毛呢的一个面料，前面牙签缝宽为2毫米的一个牙签缝的一个立体的缝合，整条裤子裤型即使你腿部线条弯曲都可以显得很直。嗯，这个的话套装的话，宝贝啊，如果说喜欢的话就去入手了哈。这个是在咱们家的55号链接 A B 版的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啊。我觉得咱们家的套装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都是感觉做的是非常特别的。这会儿穿的上衣是几号？55套装。套装55号链接，喜欢的宝宝抓紧时间。59真皮的吗？不是，咱们家没有真皮的哈，宝贝。我们家做的是植物蛋白皮，都是感觉做的这种植物蛋白皮的，没有做真皮的哈，宝贝。我们家有点好环保哈，好看是吧？这会儿穿的是好的，我身上这个衣服我放下尺码我就过了哈。上衣三个尺码 ，S 码85斤穿到110 ，M 码110穿到120、115，L 码115穿到135，裤子给你们做了5个尺码 ，S 码85斤到100斤 ，M 码100斤到110 ，L 码110穿到120，XL 120穿到130斤，两个差130斤穿到140斤。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试穿一下一号热门款了啊。一号，好的。一号热门款再来给大家穿一遍了，来我们的，我跟你说，别来无恙，你要是走了呗。我给你急啊！哦，别无所求，不是别的无恙。
我给你急。那个二十二号买了再试试。好的，我们的妹儿你稍微一等哈，火柴的58号可以的啊。来，视频的客户们帮他选吃碗的。视频的套装还有吗？视频的套装的话都有的哈，你浏览一下咱们的购物口袋里面去看一下，最好给我扣编号。43号的话，我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录了宝贝讲解了吧？没有，可以的哈，宝宝，你稍微一等，43号链接。43号安娜你稍微等，我们都会给阿姨试穿。10号的话有的啊宝贝，因为前面的话还有几个编号，谁家没猫，有一看都是一个猫奴，都喜欢撸猫，撸猫撸狗都喜欢。小姐稍微一等，那个裤子拍了能穿下37号的衬衫吗？都可以的亲爱的，不过呢你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亲爱的，因为我们都会一款款的给你去试。我们家永恒也一直陪伴了我们很久了哈，今天开播以后的话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啊。你稍微一等亲爱的啊，稍微一等，13别忘了哟。好的，阿拉嫂你我看一下13号，哇哦，13号的连体裤我们一会儿也给你去穿一下啊，因为连体裤好久没有穿了。西装哪个链接？西装的话55号链接，我刚刚拿的是55号链接啊宝贝，这一款的话是55号链接，这一款在我们的55号链接。短裤款的西装套装没有链接，短裤款的西装套装，短裤款的西装套装的话，哦，暂时没有给他去上链接的哈，宝贝。你应该说的那一款的话，我暂时没有给他去上链接。你直接去拍吧，那个。有可能我直播间没有样衣。55号里面的打底有吗？我要给你看一下啊，亲爱的，我要点到里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啊。应该咱们家所有的衣服的打底都有的，除非是已经被拍过了，除非已经下架了，被拍完下架了，那就没有了。如果说没有拍完下架的话，都有的。哇，这个高领打底的话，就是在我们的54号链接，亲爱的，就是在54号链接。菜菜，高领的黑色打底就在54号链接。来，亲爱的小姐妹，看了一下，别无所求，1号热门款。Q 到咱们家1号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看过来了哟。我就把它剪到这儿，就别再红了，行？就把它剪到这儿，轻轻的就别再红。行。好的，谢谢，不客气。来看一下，瑞给他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1号链接。你这个想不想笑？你告诉我。我不想笑。Thank you very much. 啊。OK， 看一下一号链接里边的话还有运费啊，这一款是有运费的，我们的永恒啊，这一款是有运费的哈，宝贝。我觉得你不要光纠结运费，衣服的话你要看一下它值不值，这一款衣服到底它的原价比值不值这个价位的哈，宝贝。我觉得这样的一套套装，你们穿出去的时候走到街，我去商场里面去入手的话，至少要在我们的8开头的了哈，宝贝。基本上都要在8开头，咱们家的衣服都是咱自己制作的，研发团队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我们的话面料的话都是咱们家定制定染的，所以说喜欢咱们家这一套一号的，你们就抓紧一号的，咱们看过来一下哈。很快就可以给你们发货了，一号。对的，丝丹宁的一个牛仔的一个高级的一个面料，柔软度、挺阔度适中，然后呢，装饰型的一个咱们的一个肚这样子一个镀金的一个抛光面的一个小纽扣哈。我们的裤子呢做到的是一个长裤，整个裤子的一个腰头是半高腰的一个腰头，腰带呢我们家也有哈，你们自己去拍一下就行了哈。衣服走的就是一个工装风，走的就是一个帅气的一个风格。不要腰带呢，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个上身效果哈。不要腰带呢，穿出来的是一个连体裤，衔接感呢会更强，显得你更高，而且显得好的。宝宝们看到了腰带在几号链接？腰带也有的是在我们的67号链接，腰带啊，腰带在67号链接。这款172170的话，112斤，选择 M 加 L。对 M 加 L 的。M 加 L 哈，宝贝。太胖了，穿不了是吧，宝贝？我这个衣服我们给你们做到尺码，上衣是2个尺码 ，S 码85斤到115 ，M 码115到135哈。裤子是5个尺码的哈 ，S 码85斤穿到95斤 ，M 码95斤穿到105 ，L 码105穿到115。172 96 96的话，上衣选 S， 裤子 M。跟我一样重。对。差不多高。差不多的话就是1身 S 嘛。1身 S。1身 S 嘛，亲爱的，172，1身 S 嘛。我想想，咱们95卡到边上的话，建议你选择 S 加 M。S 加 M 卡。对的。S 加 M 卡边的话 ，S 加 M。160 108斤的话，选择 S 加 M。S 加 M。160 104斤也是 S M。S M 哈，1米72的宝宝。169的话 ，S M。1号链接哈。1号。这一款在1号链接，咱家支持7天的支持退换的哈，宝贝，支持退换在1号链接，1号链接哈，宝贝，我把链接给他去弹。
谈一下啊。其实我跟你们说，因为我们家是属于一个购买无风险的哈，我们也很大气的。你们就是如果看中很多套，你们都可以买回去试一下，不喜欢的话你们再退回来给我们都可以的。对的，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一号咱们就给他就过了哈，一号就过了哈，亲爱的小姐们。那么接下来继续给他就往下试穿，我先爬一下楼哈，宝贝们啊，我爬到谁就来给他去试穿了，亲爱的啊，爬到谁就是谁的话。有一个是要试穿十号的，二十二号的158/105斤的话，你要选到我们的建议你选择 S 码裤子，选择 L 码 L， 你要选到 L 了，105呀，105斤，158，162/130斤的话，你要选择 XL 了啊，XL M 加 XL， XXL M 加 XXL， 对 M 加 XXL， 把衣服抽出来给你们去看一下哈，宝贝，衣服抽出来看，43号，对的，我们的安娜的43号，还有我们小姐说的22号，还有一个小姐说的20几号来着，她说她已经入手了，想再穿一下效果。22号是吧？62号的话已经入了宝贝讲解，我们的刘大梅哈，先去看宝贝讲解，抽出来的效果。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抽出来对于腰腹部就特别的有包容性，而且呢，它整个抽出来之后，整个来看一下背后修身版。一号热门款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宝贝们不要错过了哈，早拍早发货啊！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赶快一号热门款，不知道怎么选尺码的，赶快告诉我们哈，我要换下一套了，43号是吧？针织开衫，对的。针织开衫，你说的是哦，那个没有在直播间，样衣没有在直播间，亲爱的安娜，43号没有在直播间，亲爱的。因为对，那个样衣的话拿到车间里面去给他去做大货了，送大本事。172的话110斤，选择我们的 S， 选择 S 码裤子， S 选择 L， L 码 S 加 L，S 码加 L 码。没有加我们关注宝宝赶快加关注，关注之后领一张优惠券哈。瑞瑞是170/96斤一身 S 码，170/96斤一身 S 码的哈，宝贝。后边的包包的话暂时没有了哈，宝贝，后边的包包暂时没有，没有办法给你看了哈。后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去上包包的哈，持续关注我们，先加关注。那么呢，接下来要给他去继续往下过款，22号链接了哈，宝贝，因为那一款的话没有在直播间，43号链接，亲爱的，套装。好。想看哪一款的再来给我刷一下编号了哈，因为什么呢？我刚才爬楼没有爬到了哈。爬楼没有爬到了，你们再来刷编号，我们再来给你去试穿，亲爱的，在直播间里的啊。22号试完，我刚爬了一个25号的话是可以试穿的格子裤，没有弹力。对，谁家眉毛10号？这个吗？那你久等了。这个有一点点弹力。它是没有弹力的啊。哦，它是这套吗？这套没弹力。一号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50号，我们的浮出，我看一下啊。50号的西装可以的哈，宝贝，稍微一等哈，我一定记住，试完这一套就给我们家谁家眉毛试穿一下10号的连体裤了啊。现在来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22号了哈，宝贝，试穿的就是22号，22号过完以后就给我们谁家眉毛试穿一下咱们家10号的连体裤了啊。所以说呢，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抓紧时间先来给我们加个关注，你们喜欢哪一款的话都可以在评论里给我们打扣一下编号，瑞都给你来去试穿的。一号热门款如果说还有疑问的，对尺码有疑问的，就抓紧时间来给我们扣一下编号，我们再来给你去过一下哈，宝贝们啊，扣一下身高体重，我们再来给你去见一下尺码。喜欢的宝宝呢一定记住点到主页里面领券去下单更优惠的哈，先领券再下单。没有加关注的宝贝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给我们加关注，再一次谢谢。那个不是啊，裙子小鲜肉你忘记了哦，阿拉斯哦，你既然叫我小鲜肉，我绝对给你穿上半小时。一号有一点点微弹的啊，宝贝，横向的有一点点微弹啊，纵向的没有弹力，横向的话有一点点微弹。一号烧的裙子阿拉斯哦，你不就是这一条吗？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会儿的话让瑞来给你去试穿。来看一下我们家22号的套装，来吧，我们看一下哈，22号套装，22号套装的颜色是一个藏青色的一个底色，我们以一个湖蓝色的一个数码印花的一个转印给你们在衣服上面进行一个点缀，整个裤子同样的一个肌理和同样的一个颜色，面料是人棉的一个面料，不会起球，不容易起褶皱，不会缩水，不会变形。侧开叉的燕尾服饰的一个处理，把我们的一个臀部的一个娇俏感和层次感正弄出来了。我们的肩部呢是使用到了一个微垫肩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垫肩，微垫肩的一个设计呢，可以把整个肩部呢拉伸的比较的笔挺哈。我们的整个衣服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上衣的尺码是3个尺码 ，S 码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穿到105 M 码，105穿到115 L 码，115穿到135斤，
五个尺码哈 ，S 码85斤到100斤 ，M 码100斤到110 ，L 码110到120 ，XL 120到130两个 XL 130到140九分裤，九分裤。对的，十号、十三号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宝贝。48号是白裤子吗？你要点进去看一下是不是哈，亲爱的啊。那么呢，先来试穿一下10号，10号试完了就给我们的7177试一下13号的连体裤，亲爱的啊。这两款都会给大家去试到的。22号，如果说喜欢的宝宝，对于尺码有问题的，那么呢你就直接给我 Q 一下啊 ，Q 一下，咱们都给你去试穿。还有50号链接的，一会儿小西装都可以给大家去试穿的啊，宝贝。48号链接的话不，48号不是白色的哦，宝贝。婷婷，48号是感觉做了棕榈绿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是比较柔和的，和我的这个颜色的话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和这个颜色的话是蛮接近的。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给你穿一下啊，13号做准备了哈，亲爱的，瑞士给大家去试穿的，咱们家的，想看七个十一，七个十一是啥呀，宝贝？他应该是想说7和11号，那个48号的裤子看一下，可以的，婷婷，你稍微等啊。我们的娟大丫没有加关注的宝贝，抓紧时间加关注，马上要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这一款了，马上会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13号，10号的话已经穿到身上了哈，宝宝，你们耐心的等一等，耐心等我一下哈，给这个。10号的话，62号不好试吗？62号有宝贝讲解了，亲爱的，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可以吗？先去看一下，因为咱们家的那个试过的衣服的话都有宝贝讲解，你点到62号下边图片下方的话有一个看讲解，你先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爸这些没有给大家去试穿过的，没有录宝贝讲解的，先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好吧？你再耐心的等一等，亲爱的。23号我有看到了哈，亲爱的，我有看到哦，马上来给大家去试穿，来看一下裙子，亲爱的，你。10号来了，谁家没猫？来，宝贝，看一下10号。来，东方小能手，你看一下哈。瑞士上呢，给你穿到的是我们家的一个10号的一个上身效果了哈。10号的裙子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版型是一个 V A 字的一个版型，整个裙子的一个面料，金属棉的一个面料，一片式的大面积的一个坐落。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呢是同坐落到的是同样的一个肌理的一个里衬哈。整个裙子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装饰点呢，仅仅只是它的左边呢，给你们进行一个 U 型的枪色纽扣，进行 U 型的枪色勾扣进行一个衔接。优雅的女人裙长是过膝的，所以我们的裙子的长度依然是控制在了我们的一个膝盖以下的一个位置，一片式的重叠，保证你们在穿着一个 A 字筒裙的情况下，下摆处也会有一种飘逸感哈。同时在走路的情况下呢，膝盖部分没有任何的一个束缚感。我们的整个裙子腰腹部呢是没有任何的弹性的，但是它的尺码呢是给你们做到了足足的5个尺码 ，S 码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95斤 ，M 码95穿到105 ，L 码105穿到115 ，XL 115穿到125，两个 XL 125可以穿到135斤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裙子的10号的裙子哈，宝贝，10号的裙子，这个裙子的话不起褶皱的哈，抗皱处理了哈，做了抗皱处理的哈，宝贝们，不掉色，不缩水，不起球，不沾灰，最主要的还不容易起褶皱。对，春秋天来穿都是没有问题的。来，我们直接，刚刚小姐说了，这个裙子怎么搭配呀、啊？来，直接给它去搭一件我们的小西装。宝贝，如果你要是穿外披的话呢，你可以搭配小西装。你比方说这个季节的话，你们还可以这样穿。到了入冬季、入秋季以后的话，你外边搭一件小西装，它都是完全没有。风衣也可以的，风衣。哎，我看我们家风衣。可盐可甜的一条裙子，你可以看一下哈，宝贝。就说这样的一身，你们出装穿出去的时候呢，它还不容易撞衫，而且还是让你们更加的精致有型。如果说小姐姐想要有隔断感的呢，你们也可以配一个腰带来搭配起来，这样子的话还可以勾勒出来咱们的腰带啊。可以配20吗？我看一下20号是哪一款。20号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呀，宝贝。20号的话是咱那个蓝色打底高领的。高领的蓝色打底，粗酸的，碳条的，矿条的，可以呀、啊，宝宝。稍微的给你搭配一下，我们要把每一位小姐姐服务到位以后的话，再来给她去过下一款的。所以说呢，小姐姐有点耐心哦，等一等。我们的31、39 ，OK OK。我们的那个7117宝贝，你还在不在？
13号链接马上试穿，我已收藏了，还没有下手哈。那为啥还不赶紧下手？早拍早发货现在的。如果说你拍晚了的话，有可能你要再等一等了。60号我有看到了，23号也有看到了啊。60号有看到，23号也有看到，20号也有看到，19号也有看到，亲爱的小姐姐，还有7和11，还有48号的裤子，咱们都会给大家去试到的，宝贝，你们耐心的等一等啊。我们把这一款过了以后，就来给大家去试穿13号了。13号链接试完以后的话，就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我看一下。48号我们婷婷的裤子都会给大家去试到的哈，宝贝。所以说呢，我希望你们 Q 到编号的宝宝就不要走开，你比方说咱们家小姐姐都那么耐心等一等，就像我们家谁家眉毛还有我们家 T117 都等了时间还蛮久的，来看看看一下，就是搭配起来的话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复古这样子。对的，颜色的话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要外套搭配的话，你就可以搭配一件黑色，包括咱们家米白色也可以，因为它可以和裙子上的颜色相互呼应的，就不建议大家再搭其他的颜色了哈。颜色过多了的话，就是你给人感觉的话就比较凌乱了，不要再搭配暖色调了哈。对的，就会给人感觉的话就比较凌乱一些了啊，宝贝。对，所以说喜欢的话就去入手一下，裙子我们就过了，来让我们的瑞给大家去试穿一下咱们家13号链接了啊。拜托49号的针织半袖，49号的针织半袖可以的，我们马上就是48号、49号一套了啊，48、49号一套，试完13号就是试48，我的嘴都开始瓢了。试完了咱们家的13号就是48号和我们的49号的一套出装，然后呢还有我们家小姐点到的咱们家的31和39，然后呢还有一个我看一下7和11，还有19、20、34、23，显肚子吗？不会显肚子的哈，宝宝，不会显肚子的。这个腰头我们做的是比较的宽松一点。这个高领打底的话，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宝贝。它这个拉架感做的是非常大的，走近给你看一下细节啊。领口的话，真的。看到了吗？拉架感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一款的话不会变形、不缩水，也不容易勾丝、刮丝这种情况，更不会起球。冬季的话，秋冬季宝贝一定要给自己备那么几件高领的打底，它会让你们更加显气质的哈，宝贝，会让你们更加显气质。所以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我就坐等皮带了。好的，今天就发货，亲爱的，今天就发货。61号妙抢可以的，52号可以的哈，稍微等。来，先看一下13号链接哈，宝贝。13号链接试完以后，我把另一套准备好，我们认真给你们去讲解，我给大家去准备好下一套。来，宝宝们看一下哈，我身上这一件连体裤，东篱绿色的一个颜色，比较能衬肤色，而且呢，整个衣服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面料呢是人棉的一个西装的一个面料，保证了整个衣服的一个挺阔感是比较的十足的，同时呢，它的一个厚度呢是你们收到货之后呢会有惊喜的哈，比较的有品质感的一个厚度，适合我们的春秋还有我们的初冬进行一个试穿。我们的整个衣服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版型呢是一个比较修身的一个版型，所以你们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它既可以自抬你们的一个，把我们的身段进行重新定义，显得我们哥哥都是腿长筋的情况下呢，又可以修饰到我们的一个腰感哈。我们的它的一个腰部的一个隔断呢，在胸部以下的一个位置，下摆处的裤脚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是一裤两穿式的，可以穿出瑞瑞现在的一种小脚裤的一个灯笼裤的感觉，对的，可以穿出阔腿裤的一个风范。高领这个的话，在我们的20号链接哈，宝贝，高领在20号链接，亲爱的啊，高领在20号链接，来，宝贝，枪。77，亲爱的，看到了吗？瑞瑞穿的是 S 码，这个码数合适的哈，宝贝。瑞瑞穿的是 S 码，前几天买的衣服收到了，质量不错。谢谢谢谢如你，精致如你，我们的丫头比心，谢谢小姐姐对我们的认可啊。来，我们的4180，亲爱的小姐姐，包括咱们家婷婷，来看一下，马上要试穿的就是48号、49号的一套哈，看一下。瑞瑞身上的是在我们的13号链接 SM， 试完这一套。就是你的31和39哈，宝贝，我手中的47号和我们的48号，48、49试完就是30、31。姑姑姐姐哈喽，7号的话稍微一等都会试到的哈。来，宝贝们，抖音没有办法看回放，亲爱的啊。好了，过了哈，过了哈。13号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00斤 ，M 码100斤到115斤 ，L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35斤。所以说，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瑞穿的这个尺码的话是刚好合适的哈，我那么接下来准备一下我们家31号和39号。哇哦，39号的话，亲爱的，你可以先去看一下它那个讲解，因为咱们家这一款的话，瑞刚刚已经给大家去试过了啊。对。这一款的话都是值得你。
你们去入手的，它是一个含羊毛的哈，一块牡丹底衫均码号的，它这个颜色的话是非常复古的哈，宝贝。而且这一套的话，这一件的话是做了均码号，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拉链感非常大。在我们的39号链接，你直接去看宝贝讲解，我们已经感觉路过宝贝讲解了哈，亲爱的姐妹。所以说你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咱们家这一款的啊，绝对是让你们点到主页里面去看啊，我们的那个谁家面包，亲爱的，点到主页里面去看啊。所以说呢，这一款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去入手就可以了，绝对是让你精致有型又非常舒适的，贴肤穿也好穿的这一款打底。来，谁要看我身上这一套？来，我们的婷婷要看裤子，我们家的那个4180要看的上衣，4180要看上衣，婷婷要看裤子，你们都可以看一下这一套。视频里的衣服呢，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汉卫。如果说没有的话，你点到咱们家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对对。点到咱们家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点到我们家主页，你来看一下就行了哈。来看一下瑞士上的这一套，也是咱们家真的买的非常多的这一套。这一套上身真的是非常的。修身的情况下显得起清爽又不显胖，不显我们腿长。对的，裤子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风的微喇裤型的一个开叉设计的啊，宝贝，你可以看一下。这条裤子我跟你们说一下，两个哦，只有这个颜色现在。嗯，这裤子只有这个颜色了，它是在浅色的裤子里面，既经脏而且呢是又显瘦的。裤子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比较心机点是前后面都做两个颜色都有，两个颜色和我们的。动力绿色呢比较能很好的呈现出细节哈。我们在前面给你们做到牙签缝的一个直腿线的一个立体缝合，后面给你们做到的是高温压褶的一个直腿线，相当于正反面都做直腿线了，让你们腿部显得更直的，但是工艺是不同的。侧开叉的一个设计，高为12公分的一个侧开叉的设计。如果你是想要穿出一种直筒微打裤的宝宝，这条裤子毋庸置疑你可以去入手了。如果你是一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一个比较娇小玲珑的宝宝，你可以去找个专业裁缝帮你裁个边，我们留的尺寸侧开叉的尺寸足够你去裁边了哈。裤子尺码五个尺码 ，S 码85-95 ，M 码95-105 ，L 码105-115 ，XL 115-125，两个叉125-135型号。嗯，打底的话就不用说了，它是给它去做了一个针织勾花镂空的一个设计的哈。它这个的话透气性比较好一些，微透的哈，宝贝们啊，微透的这种小性感的一个设计，均码号的这个是吧？对。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135斤，85斤到135斤来穿都是没有问题。它这个是一个超级包容性贼强的哈。嗯，喜欢这一套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领券去入手就可以了。在我们的48号和49号链接，裤子48，打底49。那么接下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这一件了啊，这一件31号链接，31号链接试完以后，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咱们家的7号和11号。如果说你们喜欢的宝贝呢，你们就抓紧耐心的等一等，我都会根据你们 Q 到的编号来给你们去排一下，让我们的瑞给你们去试穿的哈，宝贝。姑姑姐姐还在不在咱们直播间？我们的榆林煤炭34号可以的哈，宝贝，稍微一等，马上给你们去试穿。包括 call 到咱们家60号、62号链接的宝宝，你们还在不在？在的话来给我回复一下，因为如果说我给你试穿，你又看到的时候呢，你一会儿还要再来 call 一下编号的哈。还有我们家的52号、23号链接的宝宝，你们还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来抓紧时间给我回复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跳号了哈，亲爱的姐妹。如果说没有在的话，我们就跳号。这一款的话，马上要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11号链接啊，7号链接哈，60号和62号在，61号也在，61、62号、60、61、62。好的，我看到了哈，亲爱的姐姐们，7号的话马上来给大家去试穿了，7号马上来给大家去试穿。现在来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的31号链接。OK， 阿拉斯奥尼，我看到了哈，你们都想看的是咱们家的套装60、61、62这三款，我们过完以后，过完这款连裙就来给你们去试穿。那个肚子微胖比较适合你们家的哪款衣服呀？我跟你说，亲爱的小姐姐，微胖有肚子的，你要看一下，有很多款你就比较适合。你比方说套装类的话，那你就比较多了啊。套装类的话，那就比较多了。你比方说咱们家的61号啊，包括咱们家的一些。一号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来看一下，瑞已经换好31号了。31号链接试完以后是7号，7号链接试完以后就从60号、61号、62号开始改去试穿。来，宝贝看一下这个连裙的话，我们家也是改正好凉快连裙，给你做个对比哈，宝贝，它是做了一个针织的，你可以看一下包容性，能穿到我们的140多斤都不成问题，没问题。对的，而且我们能做到的一个是针织的
一个空调扇的一个面料，大面积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带来的肤感是紧而不勒的，带来的触感是丝滑的，而且它是属于一个咱们的一个现在这个季节夏天也可以进行试穿的五分袖的一个长度，把我们的手臂也给挡起来了哈。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家31号链接哈，宝贝，针织的九分袖的一个设计的，它这个针织啊五分袖。它不变形，不缩水，不起球，不粘灰，最主要的还不容易刮丝的哈。所以说喜欢的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咱没有看到的印花的裙子，它有可能我没有给它去上链接哈，宝贝。来，我们就给它去搭配了一件风衣，58号链接的风衣哈，宝贝。昨天的时候，很多小姐姐都是这样一套去入手的哈，搭配了咱们家58号的风衣一起去拍的。所以说，咱们家58号的风衣的话，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的。动力绿的颜色，非常柔和的，春天、秋天。穿风衣是必备的小姐们的单品，你怎么介绍？这个我们家风衣的长度恰到好处，可以把整个人拉得很高。对的，58号链接三个尺码插肩袖的设计啊，它这个面料透气性也比较好，不容易起褶皱，不掉色，不变形的哈，也不容易缩水。内衬的话是加了全衬的哈，宝贝们啊，聚酯缎面衬哈。对的，我们这一款的话是加了全衬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入手。我给大家去报一下尺码，哎，让我们的我在报尺码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去入手了哈，我再来给大家。让我们的瑞瑞给他去换下一套，包容性很强的。来，裙子试完以后就去需要给他去过的是什么呢？60、61、62三套我们的套装了啊，宝贝。58号的风衣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00斤 ，M 码100斤到115斤 ，L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35斤左右。来，这个裙子的话是均码号的，我们瑞刚已经给大家去试过了，从85斤到我们的140斤来穿这条裙子都没有问题。颜色的话就是给大家做了这种深色系的哈，宝贝，显瘦。修身显瘦的小个子能穿7号吗？会不会太长？不会的，宝贝，你可以放心去入手。咱们家7号链接有155的宝宝都已经入手的啊，155的宝宝都有入手。小胖，新疆发货不？哎呀，新疆的话，亲爱的姐妹，就是说部分地区现在还是发不了的，亲爱的，你可以先拍，等一等，能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你发，不要等到没货的时候你再拍，我也就没有办法了，亲爱的。谢谢我们宝宝的关注，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抓紧时间来给我们加波关注，关注以后的话先去领券，领券下来会更优惠。新疆的话有部分地区的话暂时还是给大家就发不了的啊，宝贝们，所以说呢你们要耐心的等一等，不过呢你们可以先去拍，亲爱的，先拍以后的话我第一时间能发货的时候给你们安排发货，因为有些款的话有可能它不会是你，比方说你喜欢的款它有可能瞬间有可能就是断码了，或者说没有了，不再做了。来看一下7号吴杰杰，7号试完以后的话就开始给大家撸套装了啊。来看7号哈，我们的套装又要给大家撸一遍了啊。这个试穿一下，哪一个试穿一下，亲爱的？陈哥兄弟，您说我刚才手的拿的连裙吗？连裙入了宝贝讲解，你先点宝贝讲解去看一下，亲爱的，你先去点宝贝讲解看一下，这款在我们的31号链接，31号链接，你先去点宝贝讲解去看一下。来，宝宝们看一下，瑞给大家试穿的就是7号了啊！来，宝宝们看一下啊，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7号链接。风衣链接58号啊，我来给你弹一下。风衣链接58号。风衣链接是58号哈，1.5米高，感觉会长吧？宝贝，你说的1.5米的话穿长了，1.5米穿长了哈，宝贝。1.5米啊，宝宝，你穿长了哈，你穿长了。我身上这个裙子呢，是我们家的一个黑色连衣裙当中的一个比较所以人群比较好去驾驭的一款哈。整个裙子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面料亲舒棉的一个面料，高温压褶的一个浮雕的一个工艺。裙子的风格走向呢，就是一个法式的一个风情工风哈，蓬蓬袖的一个设计。亲爱的，你要是穿长的话，你找一个专业的裁缝去给你剪那么一点的话，它一点不会影响咱裙子的裙形的。它可以裁个5到8公分的，对的，是没问题。它可以长度的话，可以裁5到8公分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宝贝。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裙子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入手一下。要穿的长的话，就直接裁个5到8公分就可以的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风衣的话，58号链接，裙子在我们的7号链接。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我们就不过多的给大家去解释了，裙子做了4个尺码 S、M、L 到我们的 XL， S 码穿85，裙子没有弹性，没有弹性的，微微的一点点。它算是无弹的哈，宝贝。放下再讲。裙子算无弹的，从60号链接。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去录的是套装了哈，亲爱的姐姐。有没有优惠？有的，领券下单就可以，亲爱的啊，领券下单就可以，领券下单直接拍就可以了。60号、61号、62号这3款套装，我们要再来给大家去录一遍了哈，宝贝。六十号
话是咱们家的人字纹的那一款。OK。裙子的话没有弹性，风衣58号链接，裙子在我们的7号链接，四个尺码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95斤 ，M 码95斤到我们的105斤 ，L 码105斤到115斤 ，XL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30斤左右。这个裙子，如果说你们喜欢的宝宝呢，你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啊。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咱们家这个裙子现货，今天拍，今天拍应该是今天发货的哈，宝贝。12号看一下，可以的哈，宝贝，能试一下61号的套装吗？可以啊，我们从60号、61号、62号三款挨着给它撸一遍哈，宝贝。所以说呢，你要耐心的等一等。我来看一下我们家小姐姐说的12号链接又是哪一个款 ？Q 到的，哇哦，12号的打底啊，12号的打底的话也是咱们家瑞超爱的一款打底。我就这样给你们去说，亲爱的小姐姐们，这款打底如果说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啊，因为这款打底的话超级百搭的，不管你搭配咱们家任何一件小西装，或者说是小皮衣。这种半高领的设计，而且加这个颜色，你里面底下穿一条白色的裤子也好，黑色的裤子也好，绝对都是让你们精致有型的啊！哎呦，我们家石家眉毛终于找到我们了。20号只有蓝色吗？想拍奶白色配10号的裙子，感觉好高级。20号我给你看一下，20号的话只有白色，只有蓝色，亲爱的，只有蓝色。我跟你说一下，哪个编号里边呢有奶白色的，或者说是什么呢？燕麦色的高领的哈，宝贝，在我们链接里的41号链接。41号链接，宝贝，你去看一下41号链接，60号已经上身了哈，宝贝，61号 M 码能穿到多少？61号 M 码的话能穿到我们的115上衣，上衣能穿到我们的115，裤子的话能穿到我们的105，对，裤子能穿105，49号163，61 122斤穿什么码数？49号，均码号。均码号的话，我们4180，你直接拍就可以了，那就是均码。来，亲爱的姐妹，60号链接已经上身了哈，你们抓紧时间看过来60号链接，我们把60、61、62三款套装再来撸一遍了哈，宝贝们啊 ，OK。来，宝宝们看一下哈，我身上的是我们家的一个60号链接的一个上身套装，人字纹的一个肌理，然后呢，面料呢是一个毛呢的一个面料，轻薄透气，而且是非常柔软的。我们的整个衣服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那看一下哈，一个面料呢是一个杂烟灰色的。我们的裤子呢，给你们做到的是一个长裤卷，直筒的一个长裤卷边去穿的又是一个锥形裤。衣服的一个上衣呢是可以一两穿式的，像我这样子呢，外包式的一个花包腰进行一个扎。穿，然后呢，也可以内塞式的一个内塞腰进行一个塞穿，都是可以的哈。来，我们塞穿看一下它的一个上身效果。我们备了一个同色同质的一个毛呢的羊毛的一个腰带给你们哈，你们不用去入手腰带了。来看一下哈，我们塞穿之后呢，因为我们的裤子的腰头呢，给你们做到的是钩扣式加拉链的一个平整裤的平整腰头，所以呢，你们塞穿之后会发现哈，腰腹部没有任何的堆积感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一个连体裤的衔接的感觉哈，这样子呢，可以显得我们整个人呢是比较高挑，显得我们腰细，同时呢，也会显得我们腿长。我们的上衣呢，给你们做到的尺码呢是三个尺码的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05 ，M 码的105到115 ，L 码的115到135号。裤子呢，由于它的一个腰头没有任何的松紧，所以我们给你们做到的是五个尺码的 ，S 码的85斤穿到105斤 ，M 码的100斤号 ，M 码的100斤穿到110 ，L 码的110穿到120 ，XL 码120到130，两个130可以穿到140斤号。我看一下，宝贝，咱们家41号没有奶白色的哈，你如果说要奶白色的话，你可以看一下33号，但是它不是高领的啊，它不是高领的，宝贝。105斤穿多大？105斤的宝宝，你上衣去选择 S 码，裤子你去选择个 M 码 ，S M 去穿。我觉得上衣选择 M。105斤啊。105斤选 M， 一身 M 码。码数是大货的时候呢，做的是码数小一点啊。一身 M 码，数偏小一点点。一身 M 码哈，宝贝。1米69，体重105斤，上衣哦，那你就要选择 M 加 M 了。对的，你要选择 M 加 M 了哈。看一下后边，可以的。后边你们看一下啊，后面我们塞进去穿呢，我们家不单单是正面好看，背面也是可以让你们起到一个完美的修身性的哈。所以说喜欢咱们家这一款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这一款在我们的60号链接，那么接下来要试穿61号了啊。
六十号链接的话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00斤上衣 ，M 码100斤到115斤 ，L 码115可以穿到我们的135。裤子的话是85斤到95斤 ，M 码95斤到105斤 ，L 码105斤到115斤 ，XL 码115斤可以穿到125斤，两叉的可以穿到我们的135斤左右，都不成问题。六十号，对，说完裤子哈，宝贝，来看一下哈，我身上这件衣服现在帮你们挑尺码了，帮你们选尺码了，60号链接的毛呢的一个羊毛混纺的一个面料哈，一个毛呢轻薄的羊毛混纺的一个面料。现在把你们所有的一个对身高体重方面哈，选尺码有顾虑的人呢，把你们的身高体重 Q 出来，我们帮你们选尺码哈。衣服是咱们的羊毛混纺工艺的一个面料，谈到了50%羊毛的一个人字纹的一个花型的，走近给你看一下花型哈，宝贝。人字纹里的一个隐隐约约的一个花型呈现出来是杂烟灰色哈。对的，这一套的话如果说喜欢的，我们是配了腰带的哈，宝贝。1米63体重105斤的宝宝，你上衣去选择咱们的 M 一是 M 码，裤子选择 M 码 MM。它这个是有腰带的哈，宝贝们，我们先这样子，因为我们瑞的话是给它去做的外扎腰的，外扎腰的话你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腰带放到我们的腰部。1米61体重68公斤的宝宝，上衣最大码 L 码，裤子选择 XXL 最大码。61号，待会儿是61号下。看一下宝贝，你就可以把腰带的话系到我们的腰部，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勾勒出来我们的腰线的同时呢，会有一个整体性，会给人感觉的话你要穿了一个连体裤一样的这种感觉。对，而且这个腰封可以起到一个裤子的腰头的遮盖性哈。来，把衣服抽出来，抽出来以后的话也可以扎腰带来穿的哈，宝贝们。抽出来以后的话，你比方说咱们就是改去做这种腰款嘛，我们的腰片的话也是做了有腰头设计的哈，你就这样随意的一系，也可以像我们瑞的啊交叉去系，都是可以的哈，宝贝，你可以看一下。这套衣服的话，如果是两穿的哈，宝贝们，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56号可以的，61号也可以的，宝贝。好的，等一下，这一块我们就给它就过了哈。那么接下来过了哈，接下来要撸一下咱们家61号了，体重51公斤。165的话，165102斤哦，112斤的话，你要穿到我们的 M 加 XL，M 加 L，M 加 L 码的哈，宝贝 ，M 加 L。56号静静可以的哈，接下来要试穿61号了。61号链接试完以后的话，就会给我们宝宝试穿62号。62号链接试完以后的话，就再过其他的款。我们的纳木 DR 宝贝163110斤的话，你要选到我们的 M 加 L，M 加 L 码。先来给我们加关注一下的，关注以后左上角亲密度的位置先去领券。哦，102斤 ，M 一身 M 码，165 102斤的话一身 M 码哈，亲爱的。你说我这一会儿急的我，这会儿给人家多加了8公斤，哎呀，加了10斤，对对对，这瞬间你觉得吃肉还长不了10斤呢，是吧？61号已经给大家去试穿了，谢谢谢谢我们宝贝的关注，谢谢谢谢我们家依然加入了咱们家粉丝团的啊。61号试穿了，61号试穿完以后试穿62号链接，62号链接试完以后的话，就给我们宝宝试穿一下静静56号链接哈，宝贝。裤子 M 码，对的，一身 M 码，我们的随性迷人，上衣 M， 裤子 M 啊，宝贝。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定记住啊，点到主页里面领券去下单就可以了哈。它这个肩部的话，我们虽然是一个腰款，你看一下做的非常精致，肩部的话也是做了一个微垫肩设计的，里边的话都是加了全衬的哈，宝贝，你看到了吗？里边是全衬，裤子的话我们也是改加了内衬的哈，宝贝。因为考虑到羊它含毛量成分比较高一些的，含到了50的一个羊毛，所以说呢，我们的裤子里边也是给它去加了内衬哈，宝贝。62号排半天了，宝贝，你不是也看61号吗？你不是也看了60号，对不对？我们的已成制，你也 Q 到60号了。我们先穿的60号，然后呢又穿61，再穿62，好吧？咱来个顺序哈，亲爱的，你再多等那么一小会儿哈。你看一下这个里边的裤子里边的话，我们也是掉了内衬了哈，宝贝。就考虑到有些宝宝的肌肤比较敏感，所以说它里边的话都是给加了内衬。都看，对呀，都看的话，所以说咱再等一等啊，亲爱的，咱们按个顺序，60、61、62，来 ，Q 到咱们家62号链接的，61号链接的还比较多的，这款也是毛呢面料的混纺的啊，含到了30%，3040吧。这一块大货。这一款的话，宝贝，你可以看一下哈，先来看一下在我们链接里的61号链接，因为 Q 到61号链接的宝宝也比较多，我们先来看过来啊，这款含到了40的一个羊毛的哈，宝贝。40的。60号一拍，要等半个月吗？有可能等不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去安排发货的哈，宝贝，会尽快给大家去安排发货。61号只能要上衣吗？不可以的，这是套装。模特的靴子有吗？你最好不要穿这双了。
你说的是我的还是说那个的？脚上的刚刚给阿姨穿的鞋子有的在我们的69号链接哈，宝贝。刚刚的鞋子有在69号链接哈，宝贝。嗯，这双鞋子，这双鞋子后期我们联系一下吧。所以说喜欢的话就入手。现在瑞给阿姨试穿的这一套的话是在我们链接里的61号链接，不能只拍上衣，我们这是套装，亲爱的小姐姐，没有办法单开拍的，分开拍。所以说你们喜欢的话就去入手，含到了40的一个羊毛，花型的话是感觉做了这种小的千鸟格的这种花型的，对的。颜色的话是感觉做了这种比较浅一些的橄榄绿的颜色，但是我手机的输出的颜色的话可以能有一点点误差，你会你以图片的颜色或者是以实物的颜色为准。61号链接哈，宝贝，看一下。61号链接哈，来宝宝们看一下哈，尺码呢上衣做到的是三个尺码哈 ，S 码的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上衣是两个尺码 ，S 码可以从85斤穿到110斤 ，M 码110斤穿到135，裤子五个尺码 S 码85斤到100斤。这个上衣的话是比较宽松啊，宝贝们你可以看一下，是给阿姨做了一个通勤的 H 码男友风的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15斤 ，M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40斤啊。140斤哈，裤子呢是五个尺码的哈 ，S 码85斤到100斤。M 码100斤到110 ，L 码110到120 ，XL 120可以穿130，两个 X 130可以穿到140斤哈。喜欢的话，我们的邓爱玲 ，Hello， 我们邓爱玲还在不在玲玲？55号的话，我们也录了宝贝讲解，谢谢我们的宝宝的关注和支持哈，谢谢你们。嗯。然后接下来呢，我给宝宝们试穿一下我们家62号链接。62号。好的，我们的那个贝尔果果。咱们63也入了宝贝讲解，你先去看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试穿到了62号了，62号链接过完以后的话，再可以给你过一下咱们家63号链接。套装的话，我们都会给阿姨试穿到的哈，宝贝。这一款套装的话，62号链接马上要试穿了哈，61号链接的话，这一款的话，亲爱的已经给阿姨做了40的一个羊毛的通勤的一个 H 版，特别是对于我们个子比较娇小一点的宝宝，你们一定要去入手的。而且这种落肩袖的设计不挑任何身形的，不管你是高矮胖瘦的宝贝，全部都能轻松的驾驭得了的。颜色的话也是给阿姨做了一个非常有质感，也是比较有高级感的一个颜色。它这个颜色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同时呢，也不会说是让你看着时间久了会有这种视觉疲劳感，它不会存在的哈，宝贝们。所以说呢，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中裤的话也是这一季的话比较流行的这种裤型的啊，所以说呢它里面的话就给你们加了全部全衬的啊，宝贝。鞋子的话你们搭配起来高跟鞋、像那个帆布鞋，或者说是我们的板鞋，甚至于你们搭靴头更好看啊，宝贝们啊。搭靴子的话会更好看，没有加关注的宝宝先加关注啊！喜欢的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这一套，在我们的61号链接。现在的话，瑞瑞要给大家试穿的就是咱们家62号链接了。62号链接过完过63过完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我们的56号链接，我们家静静啊。看一下，瑞瑞现在给大家试穿的就是咱们家63号链接了哈，宝贝，62号。来，宝宝们看一下哈，我现在试穿到的就是我们家62号链接的了哈。62号链接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衣服呢，它的一个面料呢是混了我们羊毛的一个成分的一个人棉混纺的一个工艺哈，人毛混纺的工艺。整件衣服呢，它的一个面料呢是更不会起球，不容易起褶皱，不会缩水，不会变形的。衣服的颜色呢，古蓝色的一个颜色，总的一个肌理呢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格子的一个肌理，裤子也是哈。我们的衣服呢，给你们控制在的长度呢是在一个修饰型的一个齐臀的一个位置，裤子呢是给你们控制在的一个9分的一个显腿瘦的一个长度。我们的衣服上衣给你们做到尺码是三个尺码的 ，S 码的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105 ，M 码的105穿到115 ，L 码的115穿到135。裤子呢给你们做到的是5个国标尺码 ，S 码的85斤穿到100斤 ，M 码的100斤穿到110 ，L 码110穿到120 ，XL 120穿到130，两个 XL 130可以穿到140斤哈。我们家姐姐也是了，嗯，我要你这种身材我全买了。买，亲爱的姐姐。宝宝，我跟你说一下，你可以多入手几套回去试一下，如果你不喜欢，你退回来给我就行了哈。对的，还有一点的话，亲爱的姐姐们要给阿姨说一下的啊，你只要选对了自己的尺码的话，我跟你说，我相信咱们家的衣服的话，一定不会让你们去失望的啊。这就是咱们家的62号链接了。如果说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哈。那么接下来再来给阿姨过一下咱们家63号链接了啊，宝宝们。63号链接了哈。160/168/110斤的话，选择一身 M 码就够了啊。腿粗的话，宝贝，腿粗选 L。嗯。腿粗选 L。M 加 L。这个短裤的绿色款穿过没？这个短裤的绿色款
61号吗？哪一个款，宝贝？听编号吧，59号试穿一下，可以的，宝贝，你稍微等哈，我们要把我们家63号链接试穿完以后，再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你比方说咱们家56号的链接的套装，然后再来给你去穿一下咱们家59号的皮衣啊，宝贝，59号的皮衣一定要进入手的，我再赶紧说一下啊，宝贝们，你们耐心的等一等啊。刘大美，你喜欢的话就抓168的话，110斤，我建议你穿一身 M 码就可以了啊，110斤的话，一身 M 码。好。一身 M 码就可以了哈，宝贝，这一套喜欢的宝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61号的话，我们刚刚给大家去过完的哈，宝贝，我们现在给大家去试穿到63号链接了。61号刚过完，玲玲，61号有穿吗？有穿，我看到 Q 的，咱们家61号的也蛮多的。我们把我们家56号链接的先试63号试穿完以后，再来给大家去试穿一下咱们家的56号链接试完以后，再来给你们穿一下咱们家的61，好吧？61的套装再来给你们过一下。那么呢，你们就不要走开了。如果说走开，我们再给你去试穿，你就看不到了，亲爱的。还有我们的平安永随的59号，我们也会给大家试到的哈，宝贝，耐心的等一等哈，宝宝。哎，不是这一套，是蓝色的套装。哦，水蓝色。嗯，水蓝色。懵了，懵了，真的是这个。嗯，59号就是咱们家的这款皮质的哈，宝贝。我先来给你去看一下哈，你先了解一下，一会儿的话直接让我们宁瑞穿身上给你去看一下一个效果哈，宝宝。正好你这个裤子不用脱了，先来给大家去套一下这个皮衣吧。OK。先套一下这个皮衣，套穿完以后的话就是63。刚刚试穿错了，所以说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去穿一下这个皮衣哈，宝贝，正好裤子不用给大家去换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家59号我们的平安永随，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皮质的话，我们对标的是咱们家的小羊皮的这种皮质哈，宝贝们，我们这个的话是给大家去做了这种植物蛋白皮，质地非常柔软，没有任何异味的哈，而且不爆皮不开裂的，可以放心去入手。弹性是比较大的哈，它这个弹性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韧性的话，对的，韧性的话是比较大一点的哈，而且不爆皮不开裂，它这个食物的颜色没有那么红的哈，它是感觉做了一个暗的酒红色的，因为我直播间的灯光比较多，再加上这种皮质的衣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反光，所以说你看的话可能会比较亮一点的啊，有点艳哈，对的，饱和度有点高，它这里边的话我们是复合了一层桃皮绒面料的，超纤的桃皮绒，质地非常柔软的啊，所以说版型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是通勤的 H 版，腰部的话也是感觉做了这种绑带的设计，就说你可以勾勒出来咱们的腰线，腰部的线条的话至少提高了是3到5公分，这样子的话会让你们的腿部线条更加的显高显瘦的啊。有别的颜色吗？这个没有别的颜色，别的颜色的话，宝贝，你可以选择咱们家这一款呀，对不对？你可以选择58号链接，瑞身上的在59，你可以选择58，就是说这两个的材质不一样的啊。对，面料材质不一样。嗯。长度的话呢，都是一样的。长度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入手另一款的哈，宝贝。你不要去抗拒这个颜色，宝贝，这个颜色是跟食物、跟身上头上颜色可以，跟食物颜色可能有点落差。你去看看详情页面，详情页面的颜色是跟我身上颜色一样。我觉得这个酒红色，说到酒红色，很多学校也就是说，哎呦，就怕穿上老气。你可以看一下，咱们家瑞瑞也是20多岁，刚20出头。你说你看一下穿到这一身的话，他穿的话也是能 hold 得住的。你比方说年龄在我们的35到40岁之间的，宝姐姐们能穿吗？也是可以的。他穿出来的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哈，宝贝们啊，你们穿不同年龄不会起这哈，不会起这。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穿出来的话，他都是不一样的感觉的。皮衣的话会不会打折？打折怎么处理？它不容易起折的哈，起格格啊，不容易起褶皱的，因为什么呢？悬挂它一下。对的。它这一款的话是不容易起褶皱的。如果说你比方说我穿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容易起褶皱的就是在我们的手腕处这地方。对，你直接拿刮烫机的话给它去刺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刺的时候呢，我建议从里边去刺，不是真皮的，植物蛋白皮。对的，真皮的哪有那么便宜啊，天哪，你想一想，对不对？对啊。但是我们家的衣服是可以跟真皮的做对比哈，它做到了仿真皮的效果的哈，宝贝，就是做到了一个和真皮可以媲美的一个效果的啊。如果说你们对皮质没有太多了解的宝宝，你第一次触摸它的时候，这种手感你是分辨不出来真皮还是 PU 皮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瑞给大家去试穿63号链接了哈，宝贝。63哈，对的。它的优劣性呢，就是说等于说整个衣服呢，它的清洗方面会比真皮的更好吧？多重？多重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多重，但是呢，它不是说是有惊喜，这个不是。你没想到了皮质的又感觉那么大件的哈，会想着会不会太重，它没有的哈，还是比较轻便一些的哈，宝贝。61号多少米、啊、你直接点进去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哈，宝贝。我们的熊二熊大，我是熊大，你是熊二，
你可以看一下，亲爱的，它这里边的话是给它做了一个超纤的一个陶皮绒面料的复合，所以说呢，它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和真皮可以同媲美的一个效果的啊，没有任何异味。重量的话和我们家的这款，虽然它不是皮质的，重量的话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重量的话，这两款的话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常规款的一个重量，你不要担心这种皮质的话又是那么长款的，说会不会太重？它这一款的话是不会的哈，宝贝。很轻便的。对的，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哈，宝贝。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早拍早发货。我们首批备货数量不多的，如果说你赶不上首批的话，有可能你要会再等一等了。等的时间的话，大概在我们的两周左右，有可能就要在两周左右的哈，宝贝。所以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早拍早发货啊！咱们家这一套的话在我们的59号链接，接下来瑞士穿的就是63号链接了啊，宝贝。63号链接试完以后，跟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咱们家的51号链接了啊！没有加关注的宝贝，抓紧时间先来给我们加个关注。喜欢哪一款的话，都可以在评论里打扣编号。有羊绒大衣上吗？过两天有的，宝贝。晚秋，咱们家羊绒大衣的话，我跟你说，咱们印油家的冬季的话上的比较多的话，就是肯定是羊绒大衣了啊。我们家冬季做的真的是非常棒的哈。不管是羽绒服也好，或者说羽绒马甲也好，或者说是咱们的羊绒大衣也好，双面衣也好，单面衣也好，都会给大家去做的。而且咱们家做的这种所有面料的话，都是咱们家设计师研发的这种花型，给大家去做的是什么呢？定制款的都是。所以说呢，要持续关注哈，亲爱的，来看一下63号。来，63号哈，颜色呢是一个比较清爽的一抹蓝色的水冰蓝色，整个衣服的面料呢是升级了的人面面料，是不会起球，不容易起褶皱，不会缩水，不会变形，不会沾灰的哈。我们的衣服呢给你们做到的一个长度一样是友好的一个，这套试完是这套。一样是一个友好的一个鸡腿。我去个卫生间。我们的这个裤子呢，给你们做到的是一个9分裤哈，整个裤子的一个腰筒呢是勾扣加拉链进行一个穿脱的。上衣呢，给你们选择到的尺码呢是给你们做到的是3个尺码的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05 ，M 码的105穿到115 ，L 码的115可以穿到135。裤子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是5个尺码哈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95斤 ，M 码的95斤穿到105斤 ，L 码的105斤穿到115斤 ，XL 115穿到125，两个叉125可以穿到135斤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冰水蓝的一个上身效果哈，63号的一个上身效果了哈。这个颜色的西服真好看，你怕你拍的 hold 不住是吧，宝贝？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衣服的一个颜色，不挑任何肤色的，即使你是黑皮宝宝，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相信我哈。嗯，这个衣服呢，它的这个颜色是今年莫兰迪色系里面最高冷，而且呢，就是说，是属于一个冷色调里面最抬肤色，而且是比较好去驾驭到的一个彩色系列哈。衣服呢，这一件衣服的一个面料上面，我们是给你们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质感上面的完全升级，在它的一个不会起球，而且不容易起褶皱情况下，让你们清洗起来更方便了，实穿起来更会有质感一些了，包括体阔度也会更加了。肩部呢，还是依然我们家的一个西装必有的一个灵魂，一个微垫肩的一个处理哈。嗯。品不能穿能退吗，宝贝？我跟你说一下哈，我们家的一个衣服呢是7天5理由的，你可以多拍几套回去，你哪套适合你就留下，哪套不适合你就退回来给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既然能做到，就是说，我们其实上呢，说实说句实话，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大环境都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家呢真的是比较贴心的哈，包括在它的一个面料上面，我们也是给你们进行一个自己去研发的，而且呢，在一个制作方面呢，我们也是自己工厂里面我们自己帮你们做出来的，所以呢这边呢你们是无压力的购物哈，无风险的一个购物哈。56号试穿一下是吧？可以的，稍微等我一下哈，宝宝们。下一套我要给宝宝们试穿到的是我们家的一个运动休闲风的一个套装了。嗯，要离开了是吧，宝宝？想看这个短裤的宝贝，这个短裤的我们这一套没有出到短裤的，这一套没有给你们出短裤的哈。61号要离开了，宝宝，61号我有试过呀，我刚刚才从61号试穿过来的一个轮回呀。接下来我给宝宝们试穿一下我们家的下一套一个一黑一白的一个米青色的一个套装哈，稍等我一下。对我这个冰水蓝的选择尺码上面有问题的宝宝，你们 Q 出来，我会帮你们选择一下尺码哈。宝贝，61号
因为刚刚有我就是要试过蛮多次，然后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方便的话，你去我们大店里面你去看一下，我在大店里面有给你们录过宝贝讲解，你可以去大店里面看一下宝贝讲解哈。到我们主页里面你去看一下，我有宝贝讲解的哈。你试过？我没在呀，宝宝。可能我试的时候你刚刚 Q 到之后你没有在的话呢，这样子行不行？最快的速度你去那个我们大店里面，你去到我们主页里面，你看一下，我有在主页里面录过一个宝贝讲解，你去看一下宝贝讲解，那个我录的比较详细，也比较直观一点，好不好？嗯，来宝宝们看一下哈，因为这一套衣服有宝宝也在蛮等待了蛮久了，他们已经等了蛮久的，我也给他们一一试穿一下，好吧？我们一个一个来排个小队，好吧？然后有捷径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们，我有录过宝贝讲解的，我会告诉你们我录过，你们就去找一下捷径看一眼，好吧？来，宝宝们看一下哈，我身上的这一个衣服，我身上的56号，你稍作准备哈，待会我给你们试穿到哈。我身上呢是这一次呢，我们给你们上新到的一个比较休闲风的一个套装，颜色呢给你们做到的是两个颜色的，一个是我身上的一个米色系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黑色的哈。整个衣服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面料呢是一个空气层的一个面料，空气层的面料呢它是属于一个不会起球、不会起褶皱、不会缩水、不会变形的。我们整个腰头呢给你们做到的是装饰型的一个弹力腰头，下摆处呢一边呢是给你们做到了同色同质的一个螺纹收紧的哈，所以说整个衣服的面料呢是统一的，包括它的质感呢还有它的一个衔接面都是统一的哈。我身上的这个衣服呢，我们给你们做到了尺码和裤子尺码呢都是对标的一个两个尺码的 S 码和 M 两个尺码，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115 M 码的115穿到135号到140斤，裤子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也是两个尺码 SM 两个尺码，因为是半松紧的腰头，所以尺码方面呢你们就自己的它就会更包容一些，而且呢它的一个松紧度呢是紧而不勒的。 S 码呢可以从85斤穿到115斤， M 码的115斤可以穿到135斤哈。接下来呢我会给你们再去试穿一下黑色，如果你们要问我哪个颜色更好看呢，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肤色白皙然后肤色偏黄的宝宝选择白色，肤色如果暗沉一点的宝宝或者肤色是小麦肤色的宝宝，你们可以去选择一下黑色哈。接下来我给你们试穿一下黑色，宝贝们，如果对那个身高体重方面有疑问的宝宝，你们可以跟我说，我这边呢可以帮你们基础的抓一下尺码哈，稍微等我一下。
49号单位我帮你试穿皮衣试一下是吧？好的，稍等一下哈。56号我应该有录过宝贝讲解，宝宝你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哈。然后49号没有试穿过，49号有没有录宝贝讲解，49号我去给你们单位试穿一下。然后那个59号30号是吧？江江30号你稍等我一下哈，30号你稍等我一下，49号我先给你试穿，试穿完我再给你试穿30号，好吧？30号我有录过宝贝讲解，江江你可以看宝贝讲解。10号的裙子可以看一下吗？10号的裙子可以的，宝宝你稍等一下，我先看一下10号的裙子是什么哈。10号的裙子我有录过宝贝讲解，宝宝你先去看宝贝讲解。江江我先给你试一下49号，我先给你再次试一下49号哈，你稍等我一下。那我身上这个比较休闲运动的套装我就先给你们过了，过完之后我现在先给江江试一下49号哈。10号的裙子有录过宝贝讲解，宝宝你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哈。因为我们有一些衣服已经是试穿过蛮多回了，宝宝们如果有宝贝讲解情况下你先去看一下，然后我待会儿呢再给你们上车试穿。我们先把没有录过的没有回放的先把它给其他宝宝们先试一下哈。什么哈？44号，待会我帮你试。1米69，体重132斤，套装穿什么尺码？宝宝，1米64，体重132斤，你全部都选择最大码哈，你全部都选择最大码的哈 ，L 加叉叉 L 的，四十号，44号是吧？44号，待会我去帮你试穿哈，44号，你稍等我一下哈，稍等我一下。我现在过一下我身上的这个49号哈，49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针织上衣哈，49号的针织上衣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面料呢是一个针织的一个面料，以一个花苞的镂空的工艺给你们进行一个制作，以一个花苞的镂空的工艺呢给你们进行制作，忘了拉拉链了，不好意思哈，我们紧紧都比健康，你没拉拉链是吧？哎呀，我的这个衣服呢，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下摆处呢是有螺纹收紧，然后袖口处呢也是有螺纹收紧的。整个衣服呢，它的一个回弹性比较强，而且呢，它的尺码性呢只有一个均码的，包容性就会比较的足哈。可以从185斤穿到135斤到140斤没有任何问题。江江，你就穿 S 码就好了，你就穿这个衣服只有个均码。裤子是几号的哈？裤子是我们家的一个58号的裤子，裤子是58号的裤子，对，然后接下来我给宝宝们试穿44号了哈，44号，你们稍等我一下。不是58号，我吹个牛逼吗？你真的，我就说应该是48号。48号，裤子上衣49。上衣49，裤子48号，然后接下来我试穿44号，44号。身高160，98斤的话，你要直接穿就可以了哈，姐姐，直接去入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这款的话是改做了一个均码号的啊。44号的裤子马上来给你去试穿，61号。还没有给他去试是吧？61号是哦，我让他来大厅里面给我看宝贝讲解。稍等一下哈。都会给他去试到的，谢谢收了你家5件，谢谢我们家8355小姐的支持比心，亲爱的小姐姐，
谢谢谢谢谢谢小姐姐对我们的关注、分享与支持，坐等收美衣吧。我觉得咱们家的衣服，你收到以后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哎，真的还是偶然之间发现了一家宝藏店铺的哈，宝贝。我觉得你会爱上咱们家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以后哈，宝贝。不要跟我提宝藏，提到我就想起宝藏奶茶。宝藏奶茶是啥呀？就是那个奈雪他们出的什么的，什么宝藏奶茶的，宝藏什么什么什么。经典什么奶茶的哦，不能再喝了。30号可以的哈，宝宝稍微一等哈，30号链接，30号等链接的江江有入了宝贝讲解，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可以吧，我们的小江江。哦，正好我们瑞就用这件给你搭配的啊、哦，那么巧，就那么巧。我觉得你应该搭一个深色的，一会儿正好换个深色给他看一下两个颜色吧。两个颜色都给你看一下。来一下的先看44号的白色裤子。44号的白色裤子，我们给你们做到的一个裤子的颜色呢，它是一个迷信色的，有点接近于牛奶的一个颜色。整条裤子呢既干净又清爽，而且呢是以奶浆型的。面料呢是一个人棉的一个面料，裤子正后面呢都给你们做到牙签缝的一个设计了哈。整个裤子呢可以从咱们的一个春天直接秋天，然后呢可以延伸到我们的一个夏天，也可以进行试穿。春夏秋三个季节，试穿性跟耐搭性都比较的强。腰头呢跟后加拉链进行穿脱，九分裤的一个呈现，露出来的只会是我们腿部最好看和最纤细的一个部位。所以说整条裤子穿起来呢是比较的既显瘦而且呢又实穿的。裤子的尺码呢给你们做到的是四个尺码哈， S 码呢85斤穿到100斤， M 码呢100斤穿到110， L 码呢110穿到120， XL 码呢120可以穿到130斤哈。来我说一下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哈，江江，我身上的是52、55、57，可以的哈，宝宝，稍微一等哈，应该你听到的这几款的话，我们应该都录了宝贝讲解了啊，52、55，还有我们的57，都有录了宝贝讲解，亲爱的，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一会儿我们再来给你回试一下啊。我身上的这个裤子哈，来看完了哈，44号的面料裤子刚讲完了，宝贝不会起球的，不会起球的，裤子不会起球哈，宝贝啊，人棉的一个面料，不会起球，不容易起褶皱，不会缩水，不会变形，对的，而且来看一下咱们家30号啊，宝贝。来宝宝们看一下30号哈，30号的我们给你们做的是一个轻薄的羊毛的针织开衫，整个开衫呢走的是一个比较脱俗的一个。英伦风的一个路线，我们的衣服呢给你们做到的是两个颜色的，我现在身上呢给你们撞的是一个清爽的一个姜黄色撞我们的一个小麦色的，这个呢这种颜色呢就比较适合我们肤色大众肤色偏白皙点的宝宝进行一个试穿哈。我们还有一个颜色呢是一个咱们的姜黄色去撞我们的一个咖啡色的哈，你们可以看一下，待会我去试穿那个衣服的一个上身效果。羊毛的一个轻薄的一个面料，肤感呢一点都不扎人哈，整个肤感是比较柔软的，不会掉毛哈，你们放心去穿就好了。这个衣服呢温水机洗是没温水进行一个清洗，上衣好看是吧宝贝，喜欢的话你就去入手一下。这个的话一共两个颜色，我们瑞再把另一个颜色穿给你看一下。上衣的话是在我们的30号链接哈，宝贝们，100%羊毛的一款我们的开衫啊，50、51可以的啊，宝宝稍微一等，50和51可以的哈、啊，这两款这个颜色就适合我们的肤色偏向于暗沉一点的宝宝进行一个试穿了哈。这个衣服呢我们做到的就是两个颜色，一个我刚刚身上试到的一个姜黄色撞小麦色，一个就是我们的姜黄色撞我们的一个咖啡色哈，咖啡色。这个衣服呢做到的尺码就是一个尺码均码的85斤穿到135斤到140斤没有任何问题哈。看着你穿都想买，谢谢宝宝哈，宝贝我跟你们说一下哈，我们家购物无风险的，你们喜欢哪一套就去拍水滴石原宝贝25号可以的哈，宝贝您稍微一等哈。接下来我给宝宝试穿50号和51号有没有度过宝贝讲解看看。两件西装没有的，好卡呀，卡的话宝贝你再退出重新进一下，卡的话退出重新进一下。两件小西装，两件咱们的我们的一个白色，一个米白色吗？嗯，对。好的，稍等。这样吧，你就去，因为他要看的是我们的52号，还有我们的50、57。嗯，你先给他去套一下57号链接吧。57号链接是毛衣大衣。毛衣大衣。嗯。感觉你家质量应该可以，版型好，必须的呀，宝贝，必须的。
你知道我什么鼻息是啥吗？故意露个腰是吧？我故意不想露，怕露个肩膀，然后我就赶快把我想提上去。哦，厉害了！5051马上来给阿姨试穿了哈，亲爱的，来我们的2391宝宝还在不在我们直播间？先来给你看一下咱们家57号的这件毛呢大衣哈，宝贝。2391宝宝你还在？55号已经录了宝贝讲解，我们的杨朵朵49号的话也录了。宝贝讲解刚刚脱下来49号，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吧。我们的杨朵朵，朵朵的话应该是前天也到我们直播间里来了。嗯，25号是什么呀？来看一下瑞身上的这款的话是在我们的57号链接哈，宝贝。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就可以了哈。我们马上就把这一件给阿姨过了。那么就接下来让我们的瑞瑞换一下其他的衣服来给阿姨试穿了哈，宝贝们啊。我要给宝贝是我们家的50、51，包括我们的52号链接，这三款都会给阿姨试穿到的。那你就换个黑裤子，高领打底吧。这几款都可以给阿姨试了。49号没有啊，没有的话再给阿姨套一下。55号录了宝贝讲解，亲爱的。30号上衣没有看到，哎呀我的天哪，30号没有看到啊，宝贝。那你再给他套一下开衫，不用换裤子了，不用脱裤子。49号的话是那个镂空的针织 T 恤，先套开衫。49号我刚刚才买。哦，没有看到。来，宝贝，开衫的话一共给阿姨做了两个颜色的哈，宝贝们啊，一个是我们瑞士上这个颜色，还有一款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颜色哈，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61号是一套的哈，25号看到了，宝贝，耐心的一等啊，25号看到了，61号是一套。来，宝贝，这就是咱们家30号链接啊，这一款的话就是30号链接，两个颜色，开衫100%羊毛的哈，现在是姐姐，现在有没有看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黄色配的我们的深咖色，一个是配的我们的燕麦色。所以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可以去入手一下咱们家的这个开衫，它是一个100%羊毛的均码号的啊。而且我家这一款你可以放心去入手，我这样给你承诺给你的话，它是不容易起球的啊，宝贝，不容易变形，机洗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你晾晒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这样去晾晒了啊，晾晒的时候这样子去晾晒，对，选就是对折，对折晾晒，这样子的话它是不容易变形的哈，宝贝。来，再把这个颜色套一下给你去看一下，然后呢再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咱们家的49号链接。我们的朵朵49号链接，55号已经入了宝贝讲解，你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亲爱的。然后呢我们就过几款小西装，51、50、51、52这三款小西装，我们瑞瑞给大家去试穿一下，然后再来给我们的宝贝试穿一下25号。我看一下25号是什么，能不能照一次搭配完。哦，25号的格子裤。61号的话，我们宝贝你要稍微等了，因为咱们家61号试穿了很多遍了哈，宝贝，你稍微等，我们把之前的这几款没有给他去过到的，再来给他去试穿完，再给你去试穿咱们61、152、124，完全没有问题的，宝贝，放心去入手，均码号的啊。均码号的直接去拍就可以了。小江江62号录了宝贝讲解，点去宝贝讲解去看一下。你刚进来，我知道了，自宝宝贝，你稍微一等，我们一会儿来给你去试穿。小江江62号有宝贝讲解，你直接去看一下宝贝讲解。这个就是在各颜色啊，宝贝，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好看，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一个。好吧，我俩就是秋冬的这个。你跟我出门的时候就穿这一个，你自己出门的时候呢就穿这一个。不，就咱俩不知道换着穿了，就穿这个。所以说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了。好了，那么呢接下来跟我们的朵朵套一下咱们家的一个镂空的针织 T 恤。可以， T 恤套完以后我们就要给大家去试穿一下咱们家小西装了啊。小西装试完以后的话，就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咱们家的25号，25号试穿完以后再给我们的宝宝试穿一下咱们家的1米72140斤，完全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的蓝露儿，亲爱的，可以穿的，你就直接去入手就可以了啊，直接入手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61、55号，亲爱的，那个已经入了宝贝讲解，先去点宝贝讲解去看一下啊。艾米尔，你俩两口子吗？我俩不是两口子，我俩只是有一个夫妻相。好兄弟。我俩只是有个夫妻相而已。看一下，这就是30号链接，宝贝。哦不，这个的话是我们的49。就一本正经的跟我乱 Q 号。有宝贝讲解的，你们先去看一下，应该39号。49号，56号链接的话，你稍微一等哈，宝贝，稍微一等哈。对的啊，11号我也看到了哈，我们都会感觉知道的。来，这一款看一下，朵朵，朵朵抓紧时间看过来了呀。这款就是我们的49号链接，针织镂空的一件 T 恤，奶白色的，走进去你去看一下哈，宝贝。它这个的话是有一个微透的小性感的哈，宝贝。这花包式的勾花工艺哈，做了两个，做了一个均码号，八十
85斤到我们的140斤左右的宝宝都可以试穿的咱们家一款 T 恤啊，宝贝，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绝对是让你精致有型又非常好看的。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的瑞瑞要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50、51和52的三款小那个西装，给你去试穿。试穿完以后的话，试穿26号，26号链接试穿完以后的话，再来给我们的宝宝试穿61号，还有我们的英子的11号，还有我们的老虎鱼的56号链接，都会给大家去试到的哈，宝贝们。所以说呢，你们耐心的等一等。小西装的话，咱们这一次的话给大家就直接过三款小西装，你们都可以去看过来哈，宝贝，做一个对比。喜欢的宝宝呢，我希望你们就抓紧时间来支持一下我们，给你们比心了哈，宝贝们，谢谢小姐们的关注、分享与支持。哎呀，我的天哪，这真是个稀客来了呀！啊，我们的周周一诺，你是不是把我们遗忘了啊？我们的诺诺，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抓紧时间先来给我们加个关注，喜欢哪一款的话就有宝贝讲解的，我希望小姐们先去看一下宝贝讲解啊。我们瑞的话还是先把没有宝贝讲解的一一的再来给大家去试穿一下哈。没有加关注的，你在哪里？你在杭州哪里？我在江南巨舰呢，你是不是也来杭州玩了吗？如果说你来杭州玩了的时候呢，见我们就可以见个面啊，约个饭。胖，我下个走了。你用黑色裤子吧，三款皮衣，三款西装你都可以搭了。三款西装。对，你是来杭州了吗？所以说没有加关注的宝贝抓紧时间，我是在江干区县的啊，我在江干区没有了，没有去江杭州，我以为你来杭州了呢。没有加关注的宝宝抓紧时间来给我们加个关注了哈，亲爱的姐妹啊，你们喜欢哪一款的扣编号，没有给你们去试穿到的宝贝，你们耐心的等一等，咱们包括我们家滋宝，还有我们的水滴石原，还有我们的英子下那个，还有我们的静儿，试一下那个灰色的套装看看，哪个灰色说编号吧，宝贝，哪一个灰色，我不一定有给大家去上链接哈，宝贝，20号可以的，我看到了啊，是的是的，51号我也有看到啊，宝贝，你要稍微一等哈，咱们家现在的话就来给大家去试穿的就是咱们家的50、51和52三款小西装哈，宝贝，先来套51吧，白色的，白色的，61件可以的，我有看到了，稍微一等啊，稍微一等。来，亲爱的姐妹看一下瑞给大家去试穿的这一款的话是在我们链接里的51号链接的小西装哈，宝贝，你们可以看一下啊，55号的话稍微一等哈，亲爱的姐妹，爸，你待会把我那个快递给他拿过来，因为周五不是要送车过来，懂了吗？我们下午他来不了啊。55号啊，已经入了宝贝讲解签的啊，所以说喜欢的宝贝你们就抓紧时间入手。来看一下51号 OK。来宝，我们看一下哈，我身上的51号的这个小西装，51号的小西装我们做到的是一个本白色的一个颜色，比较的清爽，比较的干净。装饰呢，在它的一个前面呢，给你们做到了一个咱们两个金属纽扣进行一个装饰哈。我们的整个衣服的一个面料呢，是一个人棉的一个丝滑质感的嘛，你可以拆的，人棉的一个丝滑质感的一个面料。嗯，好，我们的这个衣服呢，里面呢是给你们做到一个雪纺的一个里衬哈，所以说整个衣服呢它是比较轻薄透气的，现在这个季节去穿呢就是比较完美的哈。衣服的一个版型呢是属于一个 VH 的一个版型，拉架感呢是没有的哈，没有任何弹性的。我们的这个衣服呢给你们做到尺码是三个尺码的 ，S 码的85斤穿到我们的一个105L 码的105穿到115L 码的115穿到140。圆领高领是在几号？在我们的54号链接哈，宝贝，是在我们的54号链接，是里边的秀的哈，里边的打底在我们的54号链接哈，宝贝。那么呢，接下来这个51号链接我们就给它就过了，那么接下来试一下我们家50号链接了。接下来要给大家去试穿的是50号，我的天哪，这个撑子好嗨哦！我的天，这个撑子好嗨。所以说喜欢的宝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啊。那个54号就在瑞身上的打底就是54号链接哈，宝贝，爽111，宝贝，打底就是54号链接，喜欢的话你们就去入手就可以了，就在我们身上。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链接里的，你可以对比一下哈，宝贝，一个是我们的51号链接，一个是50号链接，51号链。也是在我手上的，50号链接在瑞瑞身上，版型不一样的，一个是 OSS 版型的欧美风的，我手中的这一款的话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修身一点的哈，宝贝，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去入手。瑞瑞17096斤穿的是 S 码的哈，宝贝，没有加关注的先来给我们加波关注，我们的米粒儿还有我们的零的新衣之路，宝贝，
没有加关注的话，先来给我们加个关注。高领毛衣打底在54号链接哈，宝贝，54号链接，我不能跟你说百分百不起球，你穿的时间久的话，摩擦的话，它频率高，羊毛都会起球。但是我们是给你们做到的一个锁毛技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起球的，但是不会说是你们接受不了的那种哈，宝贝。不会是你们接受不了的那种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所以说呢，喜欢的宝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一下。所以说喜欢的宝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在咱们家的50号链接，我手中的51号链接已经给他去试过了啊。这两款的话 S 码穿到85斤到105斤， M 码105斤到120斤， L 码120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40斤左右，都不成问题的哈，宝贝。喜欢的话你们就抓紧时间去入手。那么呢，接下来再来赶紧过一下咱们家52号的一个皮的小西装，给你去看一下上身效果。对，穿一个季节不起球可以。对的，一个季节穿的话是不起球的哈，宝贝，一个季节穿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我不能给你保证的说是你穿的时间久了它不起球。170的话105斤 M 码就可以了哈，宝贝，我们的零的新衣之路。谢谢我们家宝宝的关注。43号可以试一下吗？可以的哈，宝贝。下一个52号52号的皮，43号的话没有在直播间，今天试穿不了了。现在的这个外套的话是在我们的50号链接，脚上的鞋子在我们的69号链接，脚上的鞋子69号链接，这一款是在我们的50号链接，鞋子在我们的69号链接，打底在54号链接哈，宝贝，54号链接，这个外套在我们的50号哈，宝贝，50号链接啊，打底54。那个鞋子69，现在这里穿的这件小西装62号链接，要135斤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小黎，完全妥妥的没有问题。西装的话选择 L 码就可以了啊，170135斤完全没有问题，选择 L 码的话都可以的，咱们家小西装你都能穿啊，宝贝。13号试一下可以的。裤子的链接有吗？瑞现在的裤子的话，我给你看一下编号哈，宝贝，有的，有裤子在42号链接，裤子是42号链接的牛仔裤。我们的小黎西装的话你选择 L 码就可以了哈，裤子在42号链接，13号可以的。我们的米粒儿能不能先加关注？熊8683宝贝，61号录了宝贝讲解，先去点宝贝讲解，先去看一下我们家这一款的小西装的话，宝贝，再来赶紧说一下 S 码穿85斤到我们的100斤， M 码100斤到115斤， L 码115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35斤，都是不成问题的。你个子比较高，所以说穿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13号的话我看一下，稍微一等你去试一下，让我们家瑞现在给你们去试一下61号链接了啊，咱的套装，那个毛衣套装，知道了短裤的那一款。裤子的话在我们的瑞身上的裤子在我们的41号这个脑子呀，42号链接，裤子42号链接，试一下51号链接，不要走，51号链接的话再来给你们套一下啊，宝贝，来51号再来给你们套一下啊，宝宝。20号我又看到了。